们继续开会。各位都辛苦了，今天总执行总算最后一天，今天压轴啊在我们议长身上啊。这国民党的副秘书长他今天很多话要跟我们谢虎的团队好好的讲一下。我们请我们姚议长，总执行时间40分钟。好，谢谢主席。我想这张请这个我们的资讯室，请大家先把这张这对假面夫妻，假面夫妻先照一下。这张是当初国民党在抵挡美国毒株进来的时候这个民进党所开的一张记者会的照片一个是潘孟安立委，一位是陈廷飞立委。他强力的要求请马总统好好爱我们，因为我们不要吃瘦肉精时到今日不晓得他们两个有没有健忘症昨天强行还是希望能够让台湾人吃毒猪哦。跟各位讲一下这提起我们回忆我们的往事，其实常常我们在讲我们台湾人吃猪肉吃的有多凶哦。这里面农业处长等一下可能有些数字不对，请告诉我哦。我们每年宰杀的猪哦，在台湾大概有800多万头，800多万。我们宰的牛大概3万多头。那每年台湾人吃平均吃下肚的牛5公斤不到，但是猪吃了35公斤。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食品，甚至超过米饭，因为现在的人不太吃米饭那肉呢又喜欢挑瘦肉吃基本上像米党比较肥吧所以各位要请记得以后可能要考虑吃米饭比较安全这个每年台湾猪的产值超过720亿，720多亿一点，牛的产值22亿。所以当初当我们国民党政府无法抵挡的时候，采牛猪分离政策。什么叫牛猪分离政策？就是我挡不住，那我只进牛。现在目前市面上有没有美国猪？有进来，但绝对要零检出，不准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来，因为我们会吃到它。就是因为这样撑了8年，进来的是牛，牛毕竟大家少吃，这个东西挡住了，挡了8年，把大家的健康至少在这样的状况下挡住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可以呢？为什么现在可以？大家想一想，这么大量的美国猪进来，它会进哪里？来，我这边有一个，我们请我们的农业处长，这个等一下看一下。第一个，这个叫贡丸。第二是火锅肉片，是大家都会用到火锅肉片。再来，我女生最喜欢的都是瘦肉的里脊肉，再来，相当我们信任的厂牌海棠，建议以后还是尽量少买。因为换执政党了，可能他们要必须帮忙倒销一点以前我们都是买这个 CS 猪好，所以这个我想请农业处长，你等一下挑一下，挑一个那个没有瘦肉精的，你挑一下。全部给我了，没关系。全部给你啊。我们请那个处长，我给你时间，我现在咨询时间40分钟，你等一下用各种的试剂方法调一下，看它里面有没有瘦肉精。我的用意是说，就算三生无卡，在源头我们
知道有收入进，我们做标示，就算在源头有标示。各位，层层经过分装以后，你认得出来吗？你认得出来吗？处长。跟议员跟议长报告哈、哦，我想我目前先不要用瘦肉机的模式来说明了哈、哦，以我们目前台东的养猪户的这种困境哈、哦，跟议员报告哈，跟议长报告哈、哦，是大同小异啦，但是原理是一样。我们目前我们一般过去我们台东一年本身消耗的猪，我们大概台东大概养八万头猪，我们每年大概可以台东本身可以消耗到六万五千头。甚至到七万头，好，目前的话降到六万头，为什么会差？原因就是很多的冷冻猪肉到了台东，啊，为什么很冷冻猪肉方便？很多人可能很喜欢吃温体猪，但是有的人会吃冷冻猪肉，尤其像钱家家钱到处在的，好，谢谢你。所以为什么说我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学校要机关，比如说是那个国军，或者是要那个建议他们要吃温体猪的话。都有困难，为什么？他认为价格要售的价格，对，所以这种情形都没有瘦肉精的情形之下，冷冻猪它的价格有价差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要买温体猪了啊，所以对我们台东养猪就有影响。那更何况将来都假如说你刚才讲的那种情形都有进来的话，它价格一定会更低，会低到可能比现状还低了10块跟15块20块，当然好，谢谢，短期内可能有震撼。但是长期来讲，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比较便宜的。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对我们猪农本身，过去还可以杀六万多头，啊，还可以在台东本地销六万多头，好，谢谢，可能到后来，谢谢，两三万头都没办法再干预，谢谢，这问题就出来了，哎，谢谢。我们要讲的就是，其实你就算在源头管制，但是层层的分装，请坐，分装到最后是分不出来的。而且这么大量的进口，它最可能去的地方是哪里？各位，不是我们菜市场的温体猪，绝对不是。它会进到团膳，绝对进团膳。那就是谁在吃？各位，你们的孩子或我们的孙子啊。因为营养午餐没有办法嘛，它必须要以价质量嘛。国军没有办法嘛，它也是便宜嘛。哎，我看到有一位那个原农业处长，现在建设处长，你要讲吗？你有养猪吗？哦，好，很严肃的议题哈，所以我要通气，开放美国毒猪的凶手。我本来还想写一位女性的名字，想想天高皇帝远，就从农委会开始吧。昨天。在应该是前天，在我们所有的政论节目都说开放美猪是个假议题，我听了有点搞不懂。什么叫假议题？是说你不开放进口吗？那就说不开放啊，你就不开放美国毒猪啊，开玩笑。哎，美猪有要台东不要啊，你执政的县市桃园、屏东、台南要吃黑丁刀的代志，我不要。我们的小孩子真的非常的辛苦，很多人营养午餐还打包做晚餐，所以我在这边讲的是有道理的。我们要通气，如果你说美猪是假议题，饶庆林要求，就算你觉得台东议长不是很大，但是我好歹也是台湾的一份子，请你告诉我这是个假议题，因为你不会进口美猪，不会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讲清楚就好了。你不要那个耍嘴皮子，哎呀，这是个假议题啊，国民党在乱搞啊，乱搞的是谁呀？还有我们的一个内政部长说，哎呀，现在冲之岛礁的议题不流行了。哎呦，还有这种事情。渔民的权益可以用流不流行？难怪你说你只剩一张嘴，真的恐怖哎，很恐怖哎。这个政府选上你，我们就希望你好好做，我们没有说要乱搞，但是拜托好好做，不要牺牲台湾人民的权益。
还有很多事可以做，这只是其中一个。美珠有要，台东不要。所以我认真的找了一下，发觉我们居然没有食品安全自治条例。很抱歉，我们台东县议会没有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是不是农业处我们可以要求您，还是这个县长，这个应该是哪一个局处的工作，我们可不可以要求尽快来？是环保吗？卫生，卫生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卫生局长？是。我想我们是没有提出这个自治条例，那我看有一些县市已经有在走，看今天报纸是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订这个条例？我想我们会想办法。还是有没有现行的法规？我们不要再叠床架屋，现行的法规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至少做一个防范，是防范未然，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现行法规？现在请教一下县政府有没有？现行是没有，不好意思讲是没有的，我们回去找看看。我们再跟议长报告。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尽速再尽快的，我们来自己提我们的食品安全条例，至少在县政这一关，我们可以把持住，能够尽量不要进到我们学童的营养午餐，可以吗？是。好，谢谢，谢谢。啊，在这里要请教一下我们的环保局长。局长好。这个最后一天了。也应该也被问的差不多了，有垃圾的问题哈、啊。因为在四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洪宗凯议员跟刘立伟哦、啊，就发表了一篇这个报纸哦、啊，说了他们协调成功哈、啊。我想这也是很好的事，但是。据我所知，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快就到达这个地步，是不是？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话想说，给你一点时间说一下，好不好？谢谢议长。这个高雄跟我们停烧垃圾，这个背后很多原因啊，没那么单纯。那最主要还是他们的议会压力，所以这个很多因素的结果，我们从去年八月收到公文开始。就不断的密集的去寻找一些这个协助的管道，那被我们拜托的一些长官啊、贵人啊，因为我们要顾虑到对方这个环保局的面临议会跟地方的压力，所以我被我们拜托的一些长官跟一些贵人，都被我们要求要保密低调。那这部分我真的要在这边郑重跟议长。抱歉，因为你也是被我们拜托的一位，那也谢谢你在从去年十月开始协助我们，跟我们在我们县长带领的这个我们环保局穿梭在府会还有地方这边，谢谢你这个，但是也非常抱歉，你也是被我们要求要低调，那你也回答我们，就是说只要为台东做事，你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张扬。这个非常感谢议长哈、哦。那当然我们也要谢谢这个刘立伟跟洪议员啦。但是我就要说明说，这个是很多人的协助哈、哦、帮忙。那这个我们这个经过很多的努力，这个当然这中间的辛酸，甚至包括有些县市连见面都不见面。但是我们环保局这方面是很努力很多，那我们也是个非常感谢陈局市长来协助我们啦、okay. 那我们对那些帮过我们的一些长官也要抱歉啦，因为都被我们要求要低调，不要影响到对方的立场。记得从去年9月就开始了，去我们八月收到公文，其实我们一开始一直到，其实我们跟高雄谈妥，真正谈妥的时间是在今年的三月中旬，他那时候明确跟我们讲说，每天可以协助我们50公吨，没办法全量，因为他们的本身的一个原因。那个也感谢这个立委，那个刘立委啦。当天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是请他跟这个陈市长是不是可以要求到60公吨，每天到多10公吨，因为那个车辆的因素，一车是要20吨。那他50吨的话，我们变成2车半很难运，所以我当天是跟
刘立伟他们跟洪议员去过的时候，我是跟他拜托是不是多十吨，那刘立伟就答应。可是后来因为刚好隔天那这个新闻见报以后，隔天他们环保局刚好高雄环保局要面临他们议会单位质询，所以这个地方我真的也是对我们那个高雄环保局局长非常。后来有没有增加到60吨？没有，就后来因为后来也没有。后来他们正式通知我们五月六号去跟他们谈细节的时候，他们还告诉我们说还是回复到三月份跟我们谈的每个月就1500吨，每天50吨的这样的量。那当时我还是强调，就是说对那些这个期间包括议长啊，协助我们这个哈，抱歉，那对我们要求你们要提这样。请坐，请坐。等一下，我还是请县长补充，因为县长这当中居中协调非常的辛苦，尤其烧的县市几乎都是民进党县市，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的完成其实是很多人的帮忙。那我们到底是要看到这个事情最终的完成，还是要这在当中尽快的沾沾自喜？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从这个，我相信县府团队也很清楚，这个协调过程相当的不容易，相当的不容易。那我想，我们也希望县长您有没有需要在当中打电话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第一个就是环保局跟高雄那边的协调，其实达成共识大概是在今年的三月就达成共识了，这中间透过环保署，包括很多人，很复杂，我知道，很困难。三月达成共识，那四月的时候，刚刚提到立委跟我们议员就去拜访陈局，他可能是要希望多个施工队。我们有知道说有这件事的时候，明确任务了，知道有这件事的时候，有特别请求说，如果可以再增加施工队，那会更好啊。那可惜这个部分最后是没有达成啊，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去见面了以后就拍张照就发新闻稿了，哇，这个我们更是吓一跳，因为整个过程当中都被要求不要先不要曝光，一直到最后公文签订了再说这样子，因为怕在高雄那边会议会会生变，是，结果这个发了，他们发了新闻稿之后，当然这个事情就整个就冒出来了啊。那这是一点啊，那当然我们事后就赶快去道歉了，跟高雄环保局那边去道歉，他拍谁了拍谁，我们不知道会这样子啊。那我也昨天公文也正式批了，陈局市长那边也正式批了，那我也打电话去他办公室，虽然还没有跟他本人通道的话，当然我想这个是表达我们对高雄那边帮忙的感谢之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你要发布新闻也没关系，但是要把事实讲清楚。是，那是哪一点呢？那就是这个每天帮我们烧50公吨是有前提的，是，那个前提就是你不能对讲说你永远不启用我们的焚化炉，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是给你在他们认为那你要多久时间准备，给你2年3年好不好，就帮这2年3年。嗯，对，这个好像很遗憾也没讲清楚，所以变成我们得来说明这个部分，大概是这两点补充跟议长报告。这个很遗憾，我觉得帮一件事情到底是站在什么角度帮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透过这个事情会看得很清楚哦，也不用我们在这边多说了。那现在还是继续擦屁股啊，因为垃圾还是要烧啊，哦，不然很糟糕。那当然辛苦了哈，辛苦了。那这边最后哈，因为我的时间还有10分钟啊，我在这边请教，我是十分钟吗？还是我十分钟就要交给王议员？嗯，信不信？哦，快结束了，快结束。最后，教育处，因为我本身是教育出身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直接问哦，我们国中老师现在超中多少？超中点超多少？国中老师？以我目前这边的数据来看的话，每周的超中点结束大概是1450节左右。多少？1450节。国中老师超1450节。对。那你这样可以聘多少老师？如果以教育部的规定，一个老师每周授课18节的话，相当于是80位老师。那你当中发生什么问题？教育处出了什么事？
大概我们检讨起来就是跟那个国中增资教师员额那个部分是有一定的关联性。你有打算解决这个问题吗？现在还在跟那个财经处这边在做一些讨论。财经处讨论什么？你们就在隔壁讨论什么呢？包议长，因为我们教育经费的负担对县来讲是很沉重的。我知道，大部分。那我们现在我怎么编班？财经处绝对不是专家。那县长讲说，我跟教育处讲，我们现在的班级数每年在减，学生人数每年在减，可是教育经费每年增加，包括像今年我们就增加一亿多，还是不够。那我想他们如果处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才有，因为如他们现在所提出来的方案啊，我们现在每年教育经费像今年又加了一亿多，每年这样加下去，县府也受不了。就是，但是这个问题很严重，我是要思考。是，不要我当然支持教育，那我认为是很重要，就是很感情来一定是这样。可是就财务面来讲，我还是必须要把这个部分把它讲出来。所以我请教育处在这样的事情里面，他们去评估，他们应该怎样做，才有办法来处理这些事情。我想不可能我去听我们编班啊，因为我们没有在教育界，可能比较不清楚。我就说一下，像这样会影响到正专职教师啊，因为我们现在国中的老师超的这个太严重，所以会影响到一些正职教师的聘用，比如特教的啦，或者是有体育专长，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正式被聘进来。我如果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错误，教育处长。是跟议长报告哈，我们今年国中确实这个减班超额的情况很严重，所以造成我们在特教班有16个教师的员额，必须要把它先调挪出来给普通班教师做减班超额之用。对，所以这个问题会一直产生啦，所以我先就提出来，所以大家商量，我会持续的跟大家在关心这件事情，好不好？好，请坐。那我想我就把主席，我把时间交给大会，谢谢。好，谢谢我们姚议长今天对这个国人的健康美猪问题这么的讲得这么清楚啊，所以感谢我们姚议长，相信哦台东人的健康哦，大家都会感谢你的。好，谢谢我们姚议长。我们接下来登记发言，我们第一个发言的议员林东满林议员有没有在现场？发言时间10分钟。好，那么我们请谢贤一先谢议员先好了。谢谢哈，大会主席，我们劳议长哈，还有我们在座的议员、县长、副县长、各级处长，还有我们县府的工作同仁，还有我们在场的媒体记者。那一天哦，县政总执行的时候，最后影片看了，但时间到了啊。那在我要真正切入主题之前呢，我必须讲，我们议长哦，刚刚的执行非常的有深度哦，很值得我们这些议员来学习哦。那本人也在此更正一下哦，那一天小弟有一个口误哦，这个民为贵哦，社稷义啦哦，社稷次之，金为轻哦，我把它念成社稷啦哦，这个必须当一个公众人物啊，必须要负责有教育的，而且我还是教育委员了啊，在这里特别更正一下。那一天呢，我讲到这个谚语啊，有百姓哦很忧心忡忡的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个谚语啊，如果掉了，我们拨经费让他再放回大海，是不是就变相的鼓励啊？那我在这里啊，必须再重申一下。那是因为谚语本身它不是保育类的动物、哦、那万一渔民掉货的话，我们是希望间接的鼓励它来做保育的动作、哦、把它照个相放回大海、哦、让它在绿岛的大海呢能够让提供给游客来欣赏。所以我们请农业处、哦、是不是严明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一种相关的
这种小额的经费来能够做童子的给渔民一些补偿啊、哦。这个再接下来就是我要延续的，就是那一天看了影片那个港口这样子的混乱啊、哦，我就想请农业处长啊、哦、告诉我一下啊、哦，处长你请问你一下啊、哦，严总，我们这个我知道，我所知道上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这个富冈的这个港口的这个第一期工程在富冈嘛哈、哦，是大概几年会完工？富冈以目前我们的花苞的状况啊、整个花苞包括环插跟设计还有那个水工试验应该在年底前会完工会完成。今年整个工程最快107年年底最快，好慢的话到108。好 ,108 年完工的时候来再来做绿岛的工程嘛，对不对？其实那个没有相关性啦，没有相关性，但是可以同时争取的，可以同时争取。那这样子好了，我就是简短的问说，绿岛的港口完工以后，这个游艇的码头可以启用，这样大概预估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包括演这个部我就不敢预估了。工期有一个进度吧，大概。你是说绿岛部分的？对。力道不过我是不敢估位。好，这样子好了啦齁、哦、我们也把它定成 108, 现在105嘛齁、哦。是。还有三年。是。我的意思是这三年啦、啊、如果要让力道的跟游客有感的话。是。当初我们卢处长当初你还不是处长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我主席嘛齁、哦、我在你那里有一个意见啦齁、哦。我是不是说我们港口的这个管制区啊是弄成一二楼。有。有、哦。就是一楼下船二楼就上船。哦把它分离嘛出入境分离。你要领那个免税也比较好管制。那比较可能会比较设计上会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说它可能要有一个电梯。哦有一个电梯嘛因为行动不便的。哦就这样而已嘛，哈，大概花费比较大的。那处长，你跟我讲，因为不能港埠用地港区啊，是不能建筑的。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就当初这个提案哈，我们在协调的时候有思考过这个方案，不过当时的做那个相关候船单位的公安旅处告诉我，那个地方它的结构有问题。那如果它的结构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当初也认为这个方案是可以。这样子好了，处长，我们现在不讨论它的结构不结构了啦齁。两位处长请坐。我把我的浅见齁、哦、在这里跟各级处齁、哦、大家提供来参考一下。还有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啊我们那里是不能用的。就是游艇码头是不能启用，因为还没有工程还没有进度没有进行。我的意思是现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是可以用小的经费把它加高把它管制把它变成我刚刚讲的一二楼的这样子的管制的话挑高了以后也不会那么热、哦、也不会那么凌乱也不会像难民潮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县府是有必要做这种让绿岛的百姓跟游客有感的这样子的工程就是把它挑高以后一楼他可以下船的时候方便人家带东西方便接客方便接货。二楼呢我只要上二楼我就不能下楼了嘛。我上二楼的时候我也不怕说我买的这个免税商品会走漏税啊。比如说我买了我又交给另外一个带出来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而且它的整个流程就会非常的畅通。那我在想这个不必花费很多你知道吗说实在话这个不会花费很多结构性我在想依我们台湾的工程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有时候我们不要碍于法规啦齁、哦、你看那个就像我有一次在绿岛我当主席的时候刚好有几个香港的游客跟我他在喝饮料的时候跟我在聊天他说好可惜哦澳门啊它的水啊很浊但是绿岛的水很清澈
可是澳门就可以因为要发展观光啊，它还可以填海造机场。那绿岛相关的硬体设施啊，他问我说你们的政府是在干什么，那就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说，我们有时候为了这个为了革命啊，必须要破坏，我们为了革新啊，就必须有限度的去破坏它。有时候法令的规定啊，不见得是绑得死，不见得是对我们的国家的进步啊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说，那一种小改变，这个工程的小改变可以让大家受益的话，让百姓有感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我不敢在游客多的时候到港口去，我会被包围，大家一定会 一直跟我反映。所以我上一次的会期，去年我记得说请我们各级处长相关的，在暑假的时候你不要去走马看花，你就今天去，明天早上就一整天你就给他站在港口那里，到下午船班都没有的时候，这样子看着他的那个这个动线啊，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批评那个港口管制局。所以是不是在这个五年三年五年工程还没有完工之前，这个游艇码头不能启用之前，我们是不是来思考说把绿岛的这个管制区重新做一个改款，重新做一个重新设计，小方面的去改变，然后让它更顺畅，这样是人民直接最有感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夏天去看，我们今年冬天就赶快来动工吧。我是拜托县长这一方面帮我们关心一下，这个是等于是绿岛最能够直接就感受到在政府在用心的，我们在改变这样子。我希望说请各级处长大家对绿岛管制区能够大家用一点心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谢协议谢议员，我们接下来请林东满林议员。谢谢主席，县长、副县长，我们各骑士所长哈，秘书长，我们媒体记者小姐先生，大家早。馆长，你恭喜哦，眼见超市你个蝉联五星级啊。谢谢。这个你的分数比华联高管哈。谢谢。恭喜啦哈。是大家的努力哈，是，然后后来还两年多了哈，台东县还是依赖你呢，依赖你哈，就是，那么在这个本席在总执行执行这个美丽湾哈，是不是已经判死刑了哈？我们这个相关单位有，这个公文给我了，要被判死刑了，要够久了，要够也依起来呢哈，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说希望县长。未来哈，还是多多的努力啦，议员，我简单说明一下哈，美丽湾下一步第一个就是先看美丽湾自己要怎么做。对。假如他们还要走下去，那就是他重提环评嘛，那就继续走下去。假如他决定不要了，他一定是回过头来做解约或者是求偿这类的动作。那就变成是我们要接这个问题了。对，我们接了这个问题，大概基本上两个。第一个就是说，解约的金额，这个可能最后是法院判或者是仲裁庭判，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笔钱对台东县政府一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好，那我们花了这笔钱把那一栋这个建筑物买回来了，接着下来怎么办？要怎么去使用那栋建筑物？如果让它闲置，这个几亿就永远收不回来了啊！如果我们在没有环评的情况底下，我们能够去把它做怎么样的使用，让它是有效益的，而且对环境是这个能够也保护的，坚固的，这个
这两个是我们后面要接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走到那一步的话，但只要说是，不是用国赔的话，我们要买回来呢，哈。是。以目前那是卡在这个环评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是那个买回来的时候了，哈。是。马其病蚊子管啊，就是好啊。买回来的还是没有环评的状况。对啊，还是有环评的，还是没有嘛，还是没有通过环评、哦。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其实是通过了啦，被撤销而已了。哎，对呀、啊，所以讲基本存两条都乱行嘛。美丽园本身伊也可以努力通过环评嘛，是啊，那无就是咱是这一国别的像你这经营嘛。对。啊，上好的咱是伊行这个做搁继续搁那个环评嘛。但唔知影，迄是唔是上好啦？啊、因为吼，那上无来讲啊吼，即卖生态国赔嘛是咱的钱啊。咱县政府若个解，若讲收房收倒来，咱反平袂过，去当厝嘛袂当使用啊。是啊，但反正变只蚊子管啊，变只去增加迄个管，啊，做咱县政府、咱县大量官民的负担嘛，是不是安尼？是。所以我一直讲吼，国继续努力吼，虽然若真正爱行到迄个地步，唔是县长你的任啦，是后面的县长去烦恼啦。但是吼、哦，有负责任的这个政府吼、哦，东、西这个代志在任的一天，我们还是要继续。没有错、哦，所以其实我们陈副县长，我已经交代他在针对这个事情，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美丽湾怎么做，但是我们要未雨绸缪，我们要去做好各样的沙盘推演，这各种准备，做最后的打算了、哦。是，好，县长您请坐。哎，那个卫生局副局长，局长，哎你。啊，我叫请你来做局长吼，啊，我哩讲，马偕院的院长啊，登来做局长，或许你有感觉较委屈安尼啦吼，啊，不过，官民对你的期望嘛，介悬安尼吼。是。那么最少，本席在这个你来当局长的本席啦哈，所听到的也有感受哈，对我们台东医疗真的你很关心哈，是的品质。那么长期以来。我在这里提出我们的救护车的使用办法哈，是，我还是在这里跟局长做一个探讨了哈，是不是有必要做一个修改了哈？那么最诟病的就是说，我们台东县，不管是我们的本那个卫生局的这个救护车，或是我们消防局的救护车，都不能跨县市。那我们台东县的这个地形就不是都会型的地形啊。我都瞎当想嘛，是。比如说，我一直讲，我们是南回县的深游，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东海岸的长滨，我们纵谷县的慈善，照理讲，他们到义里更近啊。我们在长滨的话，到花莲或许比这个那个台东市还要近啊。是。但是我们不能跨县市，哦。再来。那不能快速，那是中央的政策了哈。还有一点，是不是我们县内的，因为我们有地区的医院，我们有一个医疗机构嘛哈。是。以我们东海来讲，我们成功有一个蜀东医院的分院嘛哈，对不对？那么蜀东医院是有医院，但是无医生，哦，这应该你知影嘛哈，你嘛曾经去迄协调过嘛哈。好来，问题来了，假如说在都立。在东莞这两个地方发生车祸，是救护车的规定就是往成功送。啊，成功送的话，一般都简单的包扎嘛，哈。我们的是救急，是说就近的医院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嘛，哈。好来，平胸无要紧哦。这个代志若无去啊，都深入去探讨、去了解、去改善的话，哈，有时候哈，平静会变动静。啊，当前的吼，那安尼上去北边，佮上到顶下怎变成西前去了哈、哦？你看呢、啊？你说在都立，在东桥以北是成功镇嘛？他们规定说还要往成功地区医院送，那送去的话没有医师，还、啊、要送回来台东，马偕也好，蜀东也好，啊，这就一个病人来讲吼，一般的骨折还好哦，你若讲是颅内出血啦。第一时间因为救人员救出来，他其实不知道他的症状多严重嘛，哦，满身都血嘛，就规定就近医院送嘛。啊，若是讲骨折还好啦，哈、哦，那你很专业的嘛。那颅内出血，第一时间叫我先唔知道嘛。颅内出血是不是跟
在医疗的行为是不是要跟时间赛赛跑？是，哦对不？啊，你若无改善来讲吼，你甲送去新港，啊新港去来讲吼，迄个都无医生，吼、哦、啊有当时啊是迄、那个是脑的，啊伊遐也无迄个什么。一、那个仪器然后检查，啊，无电脑刷，那个啥拢无啦吼。等下遐医生讲，哦，这严重的颅内出血哦，搁送倒转来，安尼时间来回，拢搁超过一两点钟啦。啊，一般来讲，咱的黄金的救护时间，改成听讲是30分钟来嘛，啊，是一点钟嘛。所以讲，像这款的情形来讲吼，咱家己这的啊，这些啊，这我们自己的规定吼，没有改善的话。真的情何以堪？一个会医的人，会当医的人来讲啊，为着咱的这个啊，这個、使用办法，咱的救护车使用办法，而来延误我们的那个县民的这个宝贵的生命。啊，这哈、個，那要照讲来讲，安尼就变成就咱政府就变失去完嘞，好感谢呢。所以讲，你提讲吼，咱的医疗不足，咱爱改善。唔过，咱上基本的，咱有医疗底下来讲啊，就是咱变正变啊的这个配套啊，无就配合实际啦。干那规定讲吼，规定就是爱送队，啊送队咱明明知影都无医生啊。啊，唔过我救护车来，规定就是我一定要就近送遐啊。啊，佫袂当吼迄个袂，若用公家的救护车，家属佫袂当算来讲，我要去送队，我自己要付钱的不行，好、哦，干啥呢？哦，你若讲从，你若讲我们的偏远迄地区来讲，哪怕我要自己付钱也不行呢。我要付钱哦，咱的公家机关讲，啊不，你甲再来迄个花莲来玉里，比长滨去玉里，比长滨去玉里啊，比台东搁较远嘛。哦，哇，佮下佮较近嘛吼，但是袂当送去玉里。啊不，玉里嘛农，嘛迄个农民医院，嘛慈济的分院呐、啊，哦对不？啊佮袂当去，啊车子迄个家属伊会急无？我病伫边啊，你唔好送去啊，你去送遐远去，啊都唔挑去啊。所以这点吼，叶局长有需要来做一个哈，做一个迄个适当的来。所以嘛，最后医疗调度，就即我们管理局加入消防局，就因为调度诶是在医啊，唔是在阮。调度救护这个调度是救护中心，勤务指挥中心。我说明一下了哈、哦，其实长滨哈、哦、或者是成功哈、哦、以北的地区哈、哦，我们现在是没有限制说一定要送我们台东的医院，比如说玉里可以送，哦，它可以哈、哦，因为也许车程时间差不多嘛。是，但是你们有一个说不能跨县市啊，没有可以跨县县啊，但是限定在哈、哦，限定在那个北比较北区哦，比如说长滨哈，长滨北岸。这个是已经有改的吗？有。那我上个会期问你们说，也不行啊。目前那你们是你们说什么是中央救灾什么什么规定？我们现在认定花莲认定的急救责任医院哈、哦，玉里哈、哦，荣民哈、哦，这个我们可以送。好，事后再检讨了。哎，我们再来去探讨。好，谢谢、啊。好，谢谢林东满林爷。我们接下来请徐进荣徐议员。谢谢大家主席。首先，我请我们建设处处长，处长早。好。那我这边有一手上有一个民众检举陈请的案件哈、哦。是。那个坐落于我们长滨三间村八间洞那边有一座凉亭，然后根据民众检举啊，那一座凉亭坐落在那一个地方，好像是不合法也不合规定。那希望在这一个会期之后，处长你能安排个时间，能陪我到建厂会看一下。哎，可以，下个礼拜就可以去了。哎，我们去建厂实际了解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哎，徐院，这个我是不是说明一下？据我了解哈，这个凉亭是公所做的，哦，乡公所，哎，在上任乡长的时候做的哈，做的啊，没有申请建筑执照，啊，这个部分在我们建管科也曾经通知他嘛，因为就是叫人补照嘛，啊，因为当时就是可能地主有口头同意啦，他就拿不到那个同意书，
啊，大概是这个状况。啊，后来大概有民众检举说这个是违章，我们也通知公所要尽快处理。啊，这个已经是在去年的事了。啊，到目前为止，那个公所都没有进一步的处理方式。哎，是不是会后我们再跟公所那边沟通一下？好，迅速哈、哦，是。再来哈、哦，有件事情哦，那我们县长在这个执政工作报告的时候哈，也有说哈，我们他一些公所的路哈，都有在帮我们做哈。那本席在上次的电起大会也有向这个处长你这边建议过哈，在我当议员以来哈，我一直在争取那一个东十七线的整个拓宽工程，是。然后在我们黄县长大力支持之下哈。在许瑞贵许处长的建设处的处长时候，也已经把那个区段已经全部拓宽完成。那么在东十七线拓宽之后的前半段那一段哈、哦，他之前已经就拓宽好的，现在他整个路面哈、哦，路面是坏掉的，是坏掉的，跟我们现在跟现场我们现在做好的这一。个路段是没有办法衔接起来的一个路面，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把这个路面跟现在我们刚做好的这一段，然后再给它重新铺设一下，要不然整个路面起来是非常的不协调，也不好走。这个我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我们今年的路品也在成功的部分呢，也其实也都有建议，另外一个是在三民里往那个富荣路那一条哈，我们也做了一段。对，就东十八线另外一段嘛。哎，这个也会做。从上个会期就有跟处长你提过了。对，这个在今年度都会做。哎，东十七跟东十八都会做吗？对，都会做，都会做哈。还是，好。在什么时候啊？目前已经设计快完成了。设计快完成，预定什么时候可以发包？预定大概是六月底之前可以发包。东十七线跟东十八线都可以同时发包吗？对，这个是在同一个工程里面。哦，好，好，谢谢。那你请坐，谢谢。嗯，谢谢，谢谢县长大力的支持哈，也感谢我们的吴处长。再来，我请计划处处长。你好。哎，早。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一下哈，在。东二十三线齁、哦、就是从上德你知道吧，太原知道吧，知道。然后太原有太原国小那一条进去，一直走到上德村就是太原的最尾端那边了齁、哦、去到那边的时候，现在齁、哦、那边整片上去都是煤眼，煤就跟煤眼煤眼啊，今年每年修成多歹啊！他在每年哈、哦、开发的时候，都有很多游客去那边赏梅花。那么哈、哦、有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今年好像我们县政府好像也有争取到5000多万要在那边做那个道路的改善了、啊，是不是？吴市长，多万。做了2.1公里长，你们那2点多公里是从哪里做到哪里？这个已经是就是在从那个叫南溪桥，原来是从那个太原做到南溪桥，现在再从往南溪桥到上德这个路段再继续延长。好，那现在从上德再往里面到七块处到东矿。到衔接从东河乡太原村这边要衔接到卑南这一个路段齁、哦、整个路段它有一个问题产生，就是说手机到那边齁、哦、是没有信号的，所以说一般游客也好，在地的居民也好，然后在那边整个道路行驶的，如果进到那个区块进去，是等于会失联啊。现在有很多游客齁，我们接着积极的在扩展那个区块的那个赏花的一个活动齁。
那我们的游客进到那一边进去之后，整个手机都不能用。那他们的建议哈、哦，是不是在上德的交界跟卑南乡的交界鸾山那边啊，最高点那边啊，设置一个发射台，让在那一带的这个游客也好，居民也好，进到那边还可以跟外面联络，这有没有办法？报告议员，基本上厂商他们一定会说他们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基本上他们从效益的评估来讲的话，他们认为那边应该是效益不彰啊，所以他们大概要建制有很大的困难。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跟 NCC 这边来协调，请 NCC 这边透过主管单位来要求我们电信厂商来做这件事情，这个部分我们去做沟通。哦，还有就是哈、哦，有关于我们东海岸整个海岸线哈、哦，有很多的这一个。有线电视齁、哦、它是这样啊齁、哦、我们那边是属于比较被动起来就说看落后啦，而且有一些是比较山区，有一些部落它是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个有线电视频道，所以说他们都是靠这个卫星信号看那个小耳朵的，你知道吗？数位电视。那么这个数位电视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当遇到台风啊、哦、还是天候不良啊、哦、气候不佳啦、啊、整个影响之下整个信号是没有的，而且一次中断就可能会到一个礼拜或十天半个月不等，那么造成我们乡下的一些老人家还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看到数位电视的那个有线电视的这些民众他们的权益，希望我们处长这边能够跟那啥好像是绿岛转播站发射出来的吧，对，能够跟那边再看看协调一下，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再加强一下，还是维护好一点，让我们整个海岸线的这些居民啊、哦、能够看得比较正常一下。好，报告议员，之前您跟我反映的部分呢，的确是因为台电绿岛台电他们在维修，所以他们导致电讯中断，让我们的这个主机呢三项的这个电路然后造成损坏，这个部分我们已经修复了。那我们同时我们也准备备援，那未来假设有这种状况的下会有备援的电力来处理。那至于讯号本身的确是受气候的影响，因为它是展频微波，它会受气候的影响，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技术可以来突破了。那这个部分我们只能够说加强这个讯号的强度，这个部分我们再跟中华电信这边来做沟通。好，谢谢。那接下来的工作就拜托你了。谢谢。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好，谢谢许进龙许议员，我们接下来请林崇汉李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大家早安。哎，那个请教教育处处长。院长。是吧？本席现在手上拿到的是，你应该知道这个是智慧型手机啊。是。智慧型手机带来我们现在的人生活的便利，但是本席哦，从这几年发现哦，这个手机啊过于频繁使用，包括小孩子一样，还有电脑。我们最近最流行什么火星文，还有一些他们所习惯的文字。是。前几天报章杂志好像有登一个好像独占鳖头，独占鳌头，结果他那鳌是写成鳖啊。是。其实事实上本席从事国民小学教育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识字啊是基本的学生的一个基本的指标之一啊。我相信处长，您从基层教育开始哦，这个一个认字率哈、哦，应该是基础的语文能力，也是一个基本的学习的能力的指标哈、哦。是，当然他对他以后的成长各方面的学习，不管是语文啊，甚至是所有各科目的学习，应该都有影响力了哈、哦。那本席这边想请教哈、哦，我们这个识字标准哦，本府现在推动的
对推动了这个试质量检测哈，好像也是教育部的整测这个教育部的这个要求的科目之一了哈。我想请教处长，现在本县所推行的这个检测率的这个试质率啊，它的目标目的在哪里？根源报告哈，因为我们台东县目前国民中小学学生的基本学历这个部分的表现还有待加强，所以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很就像议员刚刚所说的哈，那个识字率是一个最大的关键。我们从去年的12月开始啊，我们引进了高师大所建制的一个识字率的检测系统，它是把教育部所规范每一个阶段的孩子他至少应该要学会哪些字，然后我们透过这个识字率检测，我们一年检测两次，长期的监控我们国小一到六年级的孩子到底识字率有没有提升。那这个检测另外一个最大的功用啊，就是检测过程中老师会知道学生哪些应该学会的字还没有学会，可以适时的去这个做补救教学。我们目前本县的这个识字能力的这个标准这个评测系统是从哪一个系统？高雄师范大学所建制的。这个是各县市所通用的吗？还是这个是各县市都可以跟他做这个合作的。那处长是认为说这个目前是最适合本县的一个测试系统嘛，哈。是。那目前有没有在推动在学校里面？已经试测过一次了，然后接着我们等于一年哈会试测两次。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了哈，因为本席有听到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好像有比较容易反弹这个事情啊。那本席是认为哈，认知率的增强，识字率的增加，是因为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的能力的标准，应该并不属于行政工作的负担。那可是为现在在第一线教学的这个教学工作者可能看法不一样，我不知道处长你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跟议员报告哈，我觉得我们教育处在宣导的部分要再做加强。那除此之外，教师工会啊，他们在6月13号的下午5点钟有约我跟我座谈，他们其中就谈到了这个部分，他们认为增加了老师的工作负担哈。那这一块我非常认同刚刚议员您的见解哈，它是教学的一部分，因为唯有这样子老师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他的孩子需要再加强哪些识字的能力。对，处长你还是要跟这个工会教师工会跟所有的我们目前第一线的教师做一个沟通，做一个平衡的那个平台啦。是，我是不希望说，我们教师有情绪性的认为这个是教学量的增加。那事实上，本席应该也站在跟你同一个方向，认为这个识字率的标准是提升本县识字率能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指标和系统。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之后，能够让老师针对这个，以后这个学生的语文能力哈，不要说什么独占鳖口跟独占鳌头都分不清楚。是，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份造句啊，那个我以前教书的这个老师朋友传给我的，他写难过，然后点点点造句，结果小朋友写我家的门前那条小河很难过啊，这个东西哈，对本意的语义了解不清楚啊。你看我之前还看到一个你看啊，在我们国剧你看这个是市场有多少人，结果我们这个小学生写哟，你看你看你又来了啊，所以这对语文的能力还有基础方认识不标准，认识不够，对基础的识字率也不够，这个都是我们的隐忧啦。处长您要在这边多费点心齁。是，谢谢议员。好，谢谢处长，处长请坐。谢谢议员。本席要请教财政处长。处长，因为自来水的现在目前是由处长您这里。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自来水的供水率齁，跟行政区域的人口的比例它有一个比例啦齁。这个自来水的普及率越高，代表这个区域现代化的这个水准越高。那我们台东因为这个地广，就也必须要这个接的水管也比较长齁。那么其实处长您也知道，在本县这边现在还是有很多我们的普及率大概80%。对，还是有很多部落，还是有地方。我了解。哎，这个是处长您要努力的齁。有。那每年这个没有自来水的供水去计划哈，也是我们要靠这样的一个专案来改善哈。是，本席记得，
去年在参选立委的时候哈，曾经过一个慈善的振兴的泥水溪部落，那个是我第一年哈，本席出来教书的时候第一年那个地方，对我记得很清楚。那边的几户人员哈，大概还知道记得本席，常常跟本席抱怨，就是说那个地区哈，已经很久很久哈，都在用饮用自来水，但是每次哈下雨天过后或者是台风过后，那个自来水那个山泉水的那个水质的标准。就这个值得这个他们来担心哈、哦，本席想请问你，现在目前哪几个地区你认为是最严重、最急需要改善的？依现在台东来讲哦，台东的自来水普及率在82%左右，其实很多都是，包括连市区都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自来水严管的啦。那我们每年发五年公所，其实公所基本上都没有回应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接受民众，只要你那边没有自来水来申请，那你们整个区域里面只要户数够的话，我们都愿意看自来水去会勘。所以因为我说什么地方最严重，其实越偏僻的地方越严重，比如像太原那个地区哦，基本上他们会或是山区的部分，基本上因为成本比较高，所以会兴设的比较慢。其实本席担任6年，其实我从乡镇公所有甚至市公所，其实有时候都知道哈，明明我们知道哪一个地区是没有自来水，奇怪。讲了很多年，好像也没有对策哈、哦，不知道是乡镇公所调查率的。第一个乡镇公所他们不太愿意提报了哦。那第二个，那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其实我们常常发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只要民众他们的区愿意，那是绝对没有严管的，那来申请我们都很乐意来协助。那现在出来跟议员报告一下哦。那我们这今年、去年和今年刚好很特别的，经济部那边有专款哦，对于来。到你家的严管以后的所谓的到家里面的接管的部分还有补助，所以这今年是到年底是最好的机会哦。所以议员刚才所提的那个区域哦，是不是找时间，那我们在会后我们去现场会勘，然后来协助他们注意这样问题，顺便把他讯息告诉他，如果可以的话在今年完成施设，他的负担会是比较少的啦。本席就在这边一场你要求了哈、哦，是那个因为昨天主任他也很多人知道。本席要进行最后一天的咨询哦，这边本席也拜托处长，针对池上乡振兴村泥水溪部落，这个是这个长期以来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我希望处长尽快安排时间。是，那我们就咨询结束以后的下，我们就排时间过去，不过可能要联系人给我们先联系好，我们去，然后可以跟自来水公司一并去申请。那你也跟本席通知一下，是看的时间哈。好，麻烦议员，谢谢。谢谢处长，上请坐。谢谢大会主席。好，谢谢林崇安议员，我们接下来请张正辉张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哈，我想先请教一下教育处。分析啊，上次总咨询也特别问过处长，我们目前国中的大概的职缺有缺几个教师啊？根源报告哈，如果以超中点的那个部分来看哈，它相当于是80位老师。那因为它这个牵扯到国民教育法的问题啊。是啊。因为国民教育法里面它有一个规范，就是每9班啊得增至1人。主要是因为这个部分的原因，所以才导致了这个超重点的这个情况这么严重。是吧？因为你没有按照他的规范来去增加人额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只好你分摊给其他的教师来超重点。目前看到的情况主要是就是如此吧。因为照这样的编制来说，比较合理的国中应该要再增加20几位，是吧？跟议员报告哈，我们现在目前的评估啊，如果以比较大型的学校来讲，那个每9班增至1人那个部分倒还好，因为他们的教师人数比较多，所以他们的超重点就稀释掉了，每个人的分担不会那么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那个9班以下的，还有就是刚好他的班级数是12班，因为12班刚好就是他的各处各组的主任跟组长是满编。那因为主任组长要减授课，所以就会造成了超重点的现象。好，没关系，处长请坐。因为我们发现哦，其实一个教育的好坏，一定是要有足够的教师嘛，不然学生的受教权，他应该获得的水平没有达到，那对我们的学生来说，对整个县来说，其实都是损失。将来这些都是要为我们县镇乡镇做努力的人才，
结果没有受到应该要有的这个教育资源，我觉得这是可惜的，也应该是县府要扛起的责任。我其实是一直在听这个我们财经处的处长说，这个是试算的问题，可是我一直不能理解，假定按照这个规范啊，九班以下就要有几个教师，它是规定好的，以上的话要多少人，那你跟中央要的人数的这个补助应该也是要达到，不是吗？处长，官员可以说明吗？当然。依照行政主义总数来讲，它是依你全台东县，比如说国中这个年级多少学生数，总人数是去除以你的编班人数要减。所以台东因为都是小班哦。等一下。是。问题是你不管多少人，一班就是一班嘛。可是他不是照，他说我照实际班级数给你，那我不就解套了？他就是没有啊。什么原因？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行政院主席总处他每年要分给各县市的经费是不够的，所以他们才去找一个公司硬把所有的钱把你掏进去，然后告诉各县市说我已经都给你补助了，事实上是没有啊。县长和教育处长都不止一次向教育部去谈。我其实很多人也都不理解了。是，假定我台东县的按照这样的规范，我们总共有100班，他就要给我100班的预算，不是吗？没有，他没有这样，他就是依他的测算公式，他就是用公式把你挤进去，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啊。不，他的法令规定如此嘛？那到底谁违反法令？他的东西不是规定，他的规定是在中央对各县市政府及直辖市政府补助办法里面，他定了一个原则。那个公式他每年可以调。他的规则在这里嘛？他告诉你，国中老师应该有多少员额，小学应该有多少月，它是固定式的嘛？他没有照，他说他算给你。OK， 这个我们下来再讨论。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可以来再做努力看看。好不好？县长，没关系，县长请坐。还没有县长，固定，但是给的钱没有啦。不是，这个就是县长，就是这个差别啦。那我了解，我了解。可是，处长请坐。来，廖处长，还没有本县还没有成立教育基金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处理老师员额跟他的这个薪水？在还没有成立教育发展基金之前呢，它其实它的预算呢是在公务预算一样，公务预算里面。你都编组嘛，是不是？原则上呢，我想在整个经费上面哈，还是必须要整。不是因为你的规定是如此嘛，人事经常费的支出或什么，一定要先编组，这是你的主计法里面规定的。如果按照税出，当然就是。法定支出跟必要性支出必须先编列，但是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它要衡量可用资源，来依照总资源的供需来做编。它真正的原则是你要先编组，例外才是你刚说的，好不好？不要搞混。所以我一直是强调说，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啦。我刚也听说了，那个处长一直强调说，我们每一年的这个教育基金的支出不断的增长，其实主计处要负责任，它为什么一直增长？你既然觉得它不应该，那你应该要控管哪一些？你要先从人事的部分编组了以后，其他的支出才是我们可以思考如何去做安排嘛，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不然你的人事都不能补足，我们什么事都不好做啊。跟议员报告哈，其实就我们的整体的总支出来看，其实教育经费已经占了36%强的这样的一个经费配置了哈。那我们这几年的经费编列的原则哈，都是总额核列给教育处呢，依照需要来进行编列。那当然人事费的部分呢是优先编列的，它在教育发展基金已经占了30%。你说了哦，人事费的部分是优先编列，但是为什么还这么多？代课教师以海岸线来说，差不多有一半几乎都是代课教育老师嘛。经费按照现有的编制来进行编列。你现有的编制都没有编满啊，你只好找代课啊。我再说明一下，因为当然编班跟老师配置的问题呢，当然是教育处来整体按照这样好不好配置了。开源当然是卢协昌处长的问题了，他很努力，我们给予他的这个高度肯定，不管招商或做什么。但是处长，节流的部分是你的本职哎，你的功夫哎，我们在节流啊，好不好？我相信你有在做，但是选择的问题是县长，所以你们要告诉他什么样子做是对台东比较好嘛。如果我们大部分都放在硬体，而忽略掉了人跟软体上的部分，这个是很可惜的事。
处长有责任再能够很清楚的厘清。其实我建议县长啊，好不好，针对这个教育基金的部分，我们不要每次都让它逐年增长。它逐年增长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是不是我们请，我建议了哈，本席建议基本上有主计交易跟财经哦，以及本会再挑几个有兴趣的财委来跟大家来讨论看看，重新检视一下我们整个交易基金的支出，哪一些是可以做一些检讨的。这个很好，好不好？这个很好。台东县政之所以那么好，是拜我们县长有出国留学嘛，教育的功劳嘛，是不是县长？不敢当，啊不，大家一起努力的，是好。现在请坐。教育的部分就问到这里了，讲太多，反正我建议好了，你没有找我是不是就不好了。来，环保，我那么支持你啊，你应该要支持我一次啊。剩下两分钟，蓝屿核废料，我是受托了。蓝屿核废料签约到什么时候期满？去年十二月吧。导演，我是不清楚，这是园能会主管的。这不能不清楚啊，土地在你这里啊。不是，报告导演，那个废料废弃物有分很多种。不是，它是属于地方设县的废弃物，它是属于主管机关是园能会，不是我们。问题是土地在你台东县嘛，你要不要关心啊？跟议员报告，我们都关心。可是议员报告哈，这个主管机关是园能会，不是环保水，不是环保。当然啦、啊，因为是它产生的。问题是它要跟你谈，放在你的乡镇里面。把它产生是台电。如果你置身事外，我觉得这是不对了。是，好不好？这样了。其实报告县长，其实他去年的12月30号就到期了，他原本跟蓝屿跟台东县说去年12月30号就要迁走了，开始逐年迁，到现在都没有动作。我建议环保局、哦、用这个有毒有害的废弃物每天开罚嘛。报告县那个废弃法县政府就有钱了不是吗？不是，他不是在我们那个事业废弃物的那个列管项目里面的、啊、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不，因为他利用无论如何对、欸、没有，我还要再跟那个局长讲一下，地方自治最大的是我们县长，土地是他管理的。那个废青法第三条第三项，他有特别把那个游离性的废那个放射性归园能会管，专法去列。讲过了嘛，归他管是他的前端了、啊，他后端放在我这里，那个财产到我的县政，影响到我的乡民，难道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处置吗？报告员。他那个列管跟财阀权都在园能会。是你讲的那个议员，你讲的十年哈、哦、到期，那是阿炳承诺的支票。是至少他必须要履行嘛，因为他有签约，他有签约的哦。是，但是这不是没有签约、哦。但是要撤离到哪里去？这个就是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哦。对，好不好？对，我建议都是啦。我觉得现在就是现在就是该跟他们预约嘛，谈条件嘛。不。每次几年就要一次、这个当然啦、啊、预约是最后的结果，但是我们提出这个是策略的应用嘛，不然第一个他不重视，能拖就拖，第二个你跟他谈判你没有条件嘛，你是地方他中央，其实连都接受，其实连这个预约也都跳过我们了、啊、根本都是直接对乡公所嘛，所以没有错啊，其实所以我不是县长、我这几次跟你这样互动你都说是推给乡公所 OK， 但是你看后端的处理他一定要透过县的整个公投，你为什么会不能介入？没错，重新经济部是有来找我们。没有，重新，但是他如果公投的立法的原则，公投的选址是如果是在南回县，你会同意吗？我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这个公投啊。不是，这个跟同不同意无关。我说重新，他一定需要有县府来主导。好了，不然全县怎么办？开罚了。八爷那个不在废青法的那个范。可以罚，你要开罚罚水啊。罚园能会啊！哦，好了，那请张议员开罚好了啦，好了吗？好，谢谢张正辉张议员，也谢谢各位，我们上半场就到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10:40再准时开会。好，谢谢。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接下去王辉龙委员。好，谢谢主席啊，各位局处长，大家早。
啊，现在呢，我要先请教我们那个民政处，你的生意该办我知啦，我让你一活动机会上镜头者。迄、那个基本迄个公文吼，较即摆是第几公文啊？是你所谓第资本那个公墓，卡地布那个吗？卡地布那个路边那个第六公墓，第六公墓对。迄、那个公文哦，即摆吼，拢无咧，拢禁种禁了嘛，啊嘛捡嘛，拢捡啊差不多啊，啊是不是迄个公文伫阮基本地区来讲，要算是障碍了，足歹看的，吼、哦、迄那个观瞻太不好了，是不是？赶紧吼，卡地布遐个。那么，完全嘛，都听讲你有跟恁讲好了，讲好对吧？对他们已经达成共识，开始复工了。但是哦，我说这岗位把它发包了没有？他们其实早就发包了，他现在复工应该可以动工进场了。赶快进场动工。好，我们马上请催他们赶紧动。还有那个二巷哈、哦，二巷那边叫他先赶快，那一条路哈、哦。那个游览车啊，卡车都不能进去啊，为了那个公墓在那里，太比较不好。好好，我们赶快一点，这样赶一点催一下哈。好，感谢你，谢谢。啊，过来就是咱的教育处处长嘛。你好。我这吼，基本地区就这個、国小那个校长的代志这吼，因为昨天。咱迄个基金会当时会就是开嘛，你有派些小学科两个迄个科长去嘛？哎，科长跟科长跟承办人都有去，承办人去嘛吼。是，但是大家该顺时，大家好势啦。但是哦，问题出在对呢，出在迄、那个即卖选了新的当时你嘛新鲜啊吼。但是哦，新的当时你不爱考试是安原因呢？那所有资料，甲银行簿啊，即卖在银行在讲，我无因啊，无什么。我无因啊，无什么的吼，免他接，嘛是有你啊，接要看看的，等于所有资料无在底有，较早有存钱在底，即卖有者无，伊拢唔知啊，当然袂当看，无看，袂当交接，是毋是讲？起码我的当署长算出来哈，是不是咱教育处是督导单位嘛？对吧？啊是，迄、那个是大会嘛，中间嘛提起，甲这个校长哦，刚才伊讲担任董事哈，但是甲看看迄个章程哦，我一定是校长，恁教育处派人任何人拢会使，只要是恁教育处的人哦，管恁叫上头上，拢代表做当署哈。啊，这个伊刚开的中间嘛有建议啦。叫咱的所谓科的督导单位哦，叫科长先暂代一下，等以后新的校长嘛来吼，看嘛，再个转落去新校长了呢。处长啊，这你有你的意见呢？报告议员哈，我想是不是可以先请你们把那天开会的会议记录先报到我们县府来哈？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们有没有顺便修改你们的？基金会的会址，地址。即摆拢有收改，但是爱固定一面。对对对。我们那边个，即你嘛就先甲因讲者哈。趁馆长直接会当做证嘛。馆长啊，啊照着你，我甲请教你，坐袂紧坐倒啊。迄、那个，即件事嘛送到遐时哦，基金会伊大家拢，所有开支拢是当初家己私人那边的钱，毋是开着公钱吼。啊是因为讲大家和谐，为着顶个。顶个这个发展哦，啊顶个囡仔安全哦，啊无像即卖，所有这个学校的校护、迄个道安队啦吼，迄护士队啦，护士妈妈啦，啊甲这所有拢散班去啊，即卖剩上个，即卖早暗拢剩迄个替代去甲一个老师伫个呢，人较早十外伫个，过两两千顶还佫迄个二工伫个伫到后，即卖拢无啊，所以讲哦，这对于学生个。校园啊，吼，这安全性有差价侪，吼，人啊无人家长伫遐加入，所有一切看会到，这是伫遐乡的人，毋是伫遐人看就知，吼、哦，所以讲，咱希望讲，即次嘛，搁基金会成立了吼，阮会过来召集吼，咱这个
地方的人来加入。等下校长嘛换新的时候，阮有即个准备，阮搁来召集者吼，地方者吼，包括家长会，即嘛散会去啊。所以讲，赶紧的来过来，为着地方去人，我过来关个成立，我过来创立啊招吼，即关个为着恁校园呢。啊，迄、那个校长啊，你时间你也得到，阮个证件也送过吼，叫遐物件啊，关送过来，互阮当事会员呢，会使无？啊，议员报告吼，即、這个校园个基金会你个支持吼，咱感觉就啊，足好个啦吼。啊，即因为公家个资源有限，啊，因大家为着学校个，为着即个囡仔会使安尼来斗。哦，基金来斗支持，我一定会全力来配合。哦，有你出声吼，相信无问题啦吼。啊，谢谢。因两位请坐吼，啊，管理小姐。以上的吼，因为咱高美术高议员吼，有赶紧的紧急的代志要将向大家报告，我唔知道，为什么的我唔知啦吼。啊，我把这里的时间交给高美术高议员。谢谢我们的王朋友王议员。请先放一片好吗？县长，今天早上我在那个我们丹曼的海域，也谢谢警察局分局的也陪同我去会刊哦。再来，就有四张照片，我们先看。第一张好，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哦，没有了是不是？好，县长今天早上从分局也陪同我，因为上个礼拜这个地方呢。早就被开挖，后来没有人制止，我就觉得很纳闷，我们自己的传统领域被人家占用的时候，怎么大家都不关心？原住民处长，你认为这样子的开发合理吗？按照原基法的规二十一条的规定，是在部落周边的一定的土地上面，有做资源利用、生态保育的话，是要经过。资商取得原住民主。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今天早上才知道。上个礼拜已经在PO了。你今天才知道吗？你刚刚也讲对一件事情，说原住民基本法第二十一条，那我们是不是要尽快去把这些事情来处理？我今天那个老板也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那种国有财产局那边有一个姓邱的小姐答应我们去开发，怎么可以这样子？当然国有财产局不是我们县府所管的，它是中央，可是我们县长，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也要呼吁国有财产局的人员或是相关人员齁，一定不要这样子用口头上就可以开挖，那我们东海岸是不是全部都可以开挖？这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所以处长，你会后你先去看看那个地方，还有我们农业处长，我知道这边那个长滨乡公所有去提一个案子，就是呈报到你们这边，你们大概还没有收到，那这个对水保你们认为可以吗？他现在都随便开挖，哎，随便开挖是当然是不行，对，所以你们必须要去了解当地。既然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平常是在做什么？王慧龙 ，FB 抛的这么大，所以两位处长，你们会后是不是要去看那个地方？我们杜绝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县长这里也帮帮我们所有东海岸的人民，好不好？县长，你认为呢？王爷。我想相关的法规都已经非常清楚在那里啊。那如果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这个有违反相关的规定的，我们一定不会允许它继续发展。谢谢县长，希望两位处长会后你们去勘察一下，也谢谢我们县长，希望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处长这样可以吗？好，谢谢大会主席。好，谢谢高美珠高远，我们接下来请田师雄田议员。好，谢谢主席。那么就是开会了那个我们议会的这个同仁啊，这个很多事情齁、啊、他公民说
我说我这暂不进来的啊，我们两个那梁文忠哈、哦，就留给我们这个洪仲海洪议员哈、哦，那请我们的空议士做个提醒。我是现在请咱农业处哈，坐定。有老早，哎，老早，因为目前咱即马咱台东的农业吼、哦，是，即马因为为着咱新政府起来了，可能即个九二共识内底大家敢那创业无啥好势吼、哦，但是即上可能就是咱只老百姓吼、哦，那么因为咱即马目前台东的世界一过了千家，吼、哦，过了千家。即所有面积内底，恁在耕种、经济、培养土地，拢总是台东这农民，嘛真侪少年倒来咧种，那么为着咱这个切割这个问题，栽培了真侪再好青年，都这个入来伫咱农业界内底咧服务吼。本来这个问题吼、哦，可能伫今年内底，咱会当做，咱一定爱打农咱的农民。搞安装用药，吼、哦，啊安装咱这设备要当时会当实现，这日子从中家己要调整好势，来做先做些准备啦，吼、哦。为即摆是讲要重演啦，吼、哦，因为无讲要来禁掉，要重演专门的咱变成爱啊，要带咱吼标准变较快啦，吼、哦。啊，咱就是咱即摆就多干一个姿态尔啦，吼、哦。啊，望咱处长吼。这个部分的事情呢，我们尽量，吼、哦，较关心一点吼、哦。是。啊，搁再来，因为到咱九月这个有着咱刘阿姨一农委法，吼、哦，要来修正，啊，针对这个问题吼、哦，我现在我们先讲农委界这个群主啦吼、哦。那么，因为咱农委法，比早年，吼、哦，比民国早41年的时阵。但你迄阵是用农业会令，哦，迄个时阵就开始民国41年，了一直改变，哦，那时候定的是一个，当先就定是的一个暂行法令，也是参民国，哎，到民国63年的时阵，是，就正式。哦，咱的农委会就开始颁布啊。那么，咱的农委会内底颁布，佮改进佮起码来，因已经非常非常周全，哦，非常工业嘛非常严格啊。从农委内底比，佮咱行政机关，拢总是差不多类似同款安尼规定啊。那么，咱农委伫咱岛，伫咱岛内底，伫农业内底创出了真好一个。天下会，不管是伫政治、经济、教育，哦，即内底拢总是替咱政府咧做，而且着咱农会赚的钱，哦，咱的包子六十二是爱替政府推广农业内底工作，啊，咱是家己赚钱，家己落地的，咱是自营开的呢，哦，那么你修改这法令，当然你要去彻底去了解咱农会内底是一股份。改革尾会完成，吼、哦，都是农民啊大力支持，啊有政府对后壁加减，哦你倒推动，那么才有今仔一个诶即个农会，那么农会内底，像咱今年咱全国内底，咱有63亿的即个盈余呢，真正不简单呢。农会内底还佫背负着咱国家内底21项内底我们法定的任务，咱希望。嘛是爱，同款嘛是爱19项的法定任务，所以咱农协的伫咱台湾，伫基层农业内底做了非常真济的工作。你即摆修正到底，足简单嘞。你即摆那要一农业内底干来干，一旦选教育员，你教育员，你要选会着，以咱目前咱的时空背景。是你的家己心，你做一个委员，你爱去付出偌大这个，吼、哦，这个物件吼，你才有法选到这个委员。啊，这个委员选起来了以后要安怎？是比委员较歹选的，一个委员你看，我拢最近做几落届啊，
哦，做个这么差不多的就没看看你呀，哦，所以按你做，这款你你要改变这款方式，我会员计算你到底真正是这个目前这款小没有办法，无多去，无多去实行的啦。因为十二世纪农业，十二世纪安怎服务咱所有农民？咱这目前是超43席，哦，上少的有43席。咱的小组，咱的代表，咱李干事，按这骗过在咱整个农业内底，要去推动政委政令，你唔接我都通阿去做。你安尼大包破户，咱直接就要来介入到底，根本这是一种非常唔对的。这个方向。报告吼。今嘛还是算讲李焕英有咱的李焕英委联署提案啦，啊提案是唔是正式纳入啊后摆修法？这当然这个有一段距离啦吼。啊当然，这是今嘛讲的，我来关心。这是无唔对啦。但是，我对先生就是要提醒咱处长，因为较早单单顺顺就无代志嘛。即个法律你也要修正到到底，当然，当我一条棍一条绳嘛吼，当然，行政有什么的行，伊看是什么，你也当去修正，即个我们咱无可厚非啦。但目前我就是要到处理报告，就是咱农委会的话内底，即个改革出有够严格的啦。你即马过来要来创个会议，你要给他政治化。你敢未通？哦，你像我们台中地区农会，伊在当转高雄议员，目前的新的这个因的出案内底，在当转高的，包含南苏、绿岛、台南市、宜兰庙转高的人，是不是比议员较硬？啊，他一定要付出啊，无你免那算会着啦。哦，咱台湾的司法背景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个话吼，我是希望讲咱处长吼，你若去中央开会时阵，应该就爱提出来讲一下，袂使无理由，袂使无理由安尼要大家解了，安尼对农民是种足无公平的啦。其实你是一个农业处长，你嘛较清楚，农会扮演的角色，你整个农业界底，你所做的工作，你发现。孙文章要搞咯。好，安尼出去下者啦哈，主席的提醒，那比赛不遵照意思吧。好，把剩余的时间交给洪宗凯洪议员。谢谢田议员哈，谢谢大会主席。首先请一下那个建设处长，处长从我上任以来哈，那个有很多服务案件哈，都跟土地哈有关系，特别是涉及都市计划法相关案件哈，非常的多。是，那现在呢都有这个积案哈，跟被承办人员刁难的这个情况。所以我想问一下处长哈，目前请问一下有关在都计的部分哈，有多少案量被积压？不管是入案代办的，或者是积案未签的，大概有多少案件？目前来讲，因为我先说明一下哈，大概目前的问题是卡很多，问题是卡在那个原来那个地级资料是图解区哈，现在改成数值区的部分啦。像在边南南往气部计划的部分啦，我们现在后来就想说，因为时间有限，对哈，这个部分我们在就可以调整的部分，我们再调整。我就直啊哈，直接就讲承办人员问题啦。好，所以这样这个部分有关承办人员的问题，这个。因为这些承办同仁哈，跟我也20年的同事了哈，也平常也都在沟通哈。这个部分就是他本身他就明年也想退休了啦。啊，那退休就赶快让他退休吧。啊，是，他在那边等就是案件当上面。我们就今天尽量沟通，找一个就是合法的方式来处理的。这个我们去哈。那另外就是，如果他的业务多的话，我们会调整业务了。那麻烦处长，这个我要进去再。赶快处理啦，这个民众来说很有感啦，谢谢处长。麻烦一下农业处长。处长上次有讲到那个简易水保的部分，你授权乡公所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您是不是能够发文给乡公所说你授权到什么程度？公文已经发出去了。已经发出去了，在最近吗？已经上个礼拜。因为公所觉得蛮困扰的，他不知道他能够被授权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次现在有部分有，好，谢谢处长。好，有发文出去了，好，谢谢洪宗凯洪议员。我们接下来请陈志峰陈议员。
谢谢大会主席。首先先感谢咱林山店林议员哈，他的时间的拨用哈。首先我请教馆长，县长，我跟你探讨一下，联系咱进警察，咱我总咨询那个太平西是，咱那个肉体共构问题啦吼，跟河川整治，咱应该叫你讲河川局，咱县管河川嘛，是。以一条太平溪所有的整治哦，跟一建设，应该是我们建设处我们县府单位都有参与规划跟设计。虽然是县管河川，但是过去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来做的时候，我们就去要求中央透过易淹水地区的这个整治的计划。那所以其实目前做了一部分哦，大概多数都是透过那个计划来协助的，来执行。那等于是说，我们也没有参与规划跟计划，我们的设计啊，应该是咱的提供咱有一寡意见的参与嘛，也有参与到部分。啊，因为他这个是中央流域综合治理计划补助的钱，好，所以大概是我们就是。透过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的钱哈、啊、的办工程的部分大概有30%，不是？你管住，我处长您讲话我讲，我是讲，伊像因整个这虽然是中央的钱，是整了。他讲的是迄个治理计划线啊，那我。无，因太平溪因内底整个治理河川整治，我们县府是不是有参与规划？你比如讲河川，我即阿平要讲的是这個，咱有没有参与规划跟因的设计啊？我们县府有没有推荐给他？那个太平溪治，这是太平溪治理计划的部分，这当初有啊，因为这条溪是咱县管河川啊，即摆是县管河川，伫89年本来是水利局因管理的，挂予咱管政府管，伫89年以后就是咱管政府管的。无啦，我这是要建议啦吼，你主流你车坐，我管你有讲啊吼，啊你嘛听者，咱规条太平溪其实即摆拢全无水啊，吼规个水溪层。嘛无水，就是一条，会当讲是一条小河流。我前面捌甲河川局的吼，伊嘛提供一个解好意见。不过讲你解好意见是恁中央恁爱有钱啊。哦，如果话咱官府若同意，然后安尼经营下，咱有需要，会是毋是咱去甲因做协调？因想要伫顶悬吼，做迄个类似咱的拦沙坝，就是因的河沙坝拦水，会当互咱的。太平溪顶管保持有水的行进，嗯，日光桥、风雨桥至少有一个导引，哦，啊，咱规个呢，咱也伫咱的溪层这只吼，因为安尼发现是咱的东海运动公园遐篮球场舒适无够，互咱这主题吼，咱这学生囡仔使用啊，嗯，超过50个去拍球吼。甲一个场地啦，啊一堆都爱点仔 play 啦，其实是 play 时间较济啦。嗯，安尼咧话无，如果咱若伫咧提成，会当啊，咱来像比如淡水吼，你安怎是毋是做2-3个篮球场？嗯，安尼你感觉安尼好？我捌拄好我有提起讲，是毋是咱会当参与设计？吼，甲一个规划，咱当提供互伊安尼。篮球场会不会牵涉到核酸用地？我再补充，我先了解那个陈野刚的意思啊，在工程施作方面哈、啊，这个就是他们交给他，原则上他们比我们更专业嘛，大概我们就尊重他们了。至于现在那个陈野所提的，在那个核酸里面的高滩地去做球场啊，这个是 OK 的，这个 OK 啦，哎。因为原则上它就是你在核酸地的高滩地，你不要种超过50公分以上的农作物，啊我们算那个算临时设施嘛，我们就铺个水泥路面，那个篮球架也是啊临时设施，这个是 OK 的，可以嘛、哦、可以。请问张工，但是主要就是不要在那个妨碍水流的部分，在高滩地嘿是。当然这安全消息一定恁也有相当，我在强调说，是不是我们县府有参与规划跟设计嘛？如果咱有参与的话，我们将我们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嘛，你让做参考来做嘛。反正我是感觉讲，这对咱一个学生囡仔，
无所在通拍球，这是一个个。啊，甚至搁伫边啊做绿化，咱的路、咱的边坡、咱的迄落堤防的边坡，当做一个自然看台。我是因为介济即拍篮球一寡家长啦吼，家长啊甲一寡囡仔有咧讲起，他们需要一些球场。我也这个想法很好了。那如果甚至于我们也可以主动去跟这个财团局来接洽看看哦。对了，看看这个。再说明一下，这个跟河川治理应该没有关系，就是高滩地的利用的部分，我们来，哎，我们配合陈议员的意见，我们来处理。我是刚刚讲，咱会当主动，因为囡仔无得，伊精神甲伊体力买当去用伫迄个啊。对。哦，然后拄好讲过，四五十个，敢等要迄个球场拍球，三下要拍嘛，他妈扑咧，要扑咧甲窒死，迄款算对嘛，歹算对。哦，我是感觉讲。咱管务，咱主动，咱积极，咱去甲。好，这一关我们来处理，好不好？你别请这人啊。可惜，那个我们教育处长。好，我再次哈、哦，跟你加持一下你们这次的，我们这次前瞻那个，哦，前中的你们所做的一切了哈、哦，还有其他呢，咱的体育场，咱的营业遐同仁，大家拢嘛拢够辛苦啦，哦啊，给。加持一下，安尼啦吼。谢谢。我来，过来请教吼。咱的家庭教育中心的广场啊，是不是是你们管理的？对，是我们管理的。哎，你觉得那个广场，它的腹地也不小嘛？是，那一块绿地很大。对，如果长期是一般居民在遛狗使用，有符合你们当初的这规划理念吗？那个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亲子休闲的地方嘛。对。那我每次去家庭教育中心开会哈、啊，我大部分看到的都，带着狗的比亲子多了。我们不能这么讲嘛，带狗比带人。就是那个地方。对了。对。我要讲，我要提，我要讲的是说，那个腹地那么大，他教育他本身呢就是要让当地居民或者是年长者，要去啊红运动。休闲用的，那就是人家你讲你冇去看过，人欢迎看到的比人咧运动的较侪。或许欧美地区，介侪这款有些这种地方，他们是也没有说不容许，也容许说狗在里面奔跑嘛。是。啊，不过人欧美地区那狗拢经过训练哦，第一是你的危险性，狗啊底下哪个囡仔敢打着嘛吼。啊，我们又不能说，你就是那个背水抓狗啊，去啊遛狗啊，吼、哦，可是你排泄物还是要清理呀、啊。就是说你前者单位，你们管理的，那、啊、这些狗大便到底是谁在整理？他、啊、万一就是说我要休息一下，坐下去就坐到大便那、啊，对，有毛毛啊？你觉得你，我建议一下呢，吼。在那个腹地那么大，是不是多做一些多功能的一些设备也好，或是有一些规范出来？你觉得呢？哦，有这个部分，我在跟体育场还有体健科一起来共同讨论看看哈、哦，是不是能够让东海运动公园那个地方哈、哦，能够再有更符合民众的需求的一些设施设备的可能？对，我刚才在讲的类似那篮球场是就不够了。对，确实，我们那个篮球场这样子真的不够年轻人使用，对吗？你也发现这个事情？有，我有发现这个问题。如果呢，底下如果那个腹地那么大的话，是不是网球场也可以、啊？是不是多一些设施，一些小孩子的他游戏的设施也可以啊？啊，我们不可能去挡说他们要遛狗了，不能进去啊。因为那个是一个户外公共空间。对、啊、对，户外的公共空间嘛，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你们也要去说，就是告示牌也好的，像发挥一点公德心嘛。好、哦，要发挥一点公德心，说要去是整理一下。好，你请坐。好，谢谢。哎，那个真的出来，我给你简单三条给你问题。第一呢是。大丰丰田大牌，第二，资本地区十二号道路新开设的嘛，嘿，第三哦，资本地区道路铺设，因为根据全面铺设，这是不是您建设处做的嘛？
前面铺过，是不是？几分钟了，几分钟了，几分钟了，因为日本地区的哈，丰田大牌，第二，资本地区十二号道路，是不是新开设的道路嘛？对对对，还有我们资本地区的那个柏油前面铺设，资本对三行这个前面铺设几工作法？我无这个计划嘿。啊，这三个吼，你只要搞回答到，这三个是台东管理会内底管理员向恁民众民情向恁争取的，还是台东市代表会向恁争取的？当然是议会建议的。哦，安尼好，你请坐。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好，谢谢我们陈志宏陈员。接下来请我们方先生方员请答十分钟，请发言。谢谢大会主席。首先请教建设处长。方员好。前天在县政总咨询的时候，我有请教过处长哈。是。有关你那个龙田水利会在灌溉水田的时候，有区分为区域内跟区域外，是不是？是。啊，你对这个事情经过了两天以后，你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是不是？你请说明一下。针对大概最近啊，最近你要针对区域外的部分啊，区域外的部分也很多，就是灌溉设施哈、啊，就是民众反映也因为就没有对口单位哈、啊，所以经济部水利署也想就要在花莲跟台东啊，针对因为灌区外的农地很多啊，也想就那个灌溉设施也以发动机争取发动基金来处理，大概是这个方式。至于黄远提的就说他是在那个卑南溪范围里面啊，这个部分因为他是第八河川井他所许可的土地使用的这个部分要去做那个就说政府机关要去做那个灌溉设施啊，我个人认为真的会比较困难的、啊，会比较困难，比较困难，因为它是就在河川里面，它就在河川里面，所以原则上就是说，如果是水比较少的话，就雇用怪手哈、啊。如果是它的饮水灌溉被冲掉，它是不是属于天然灾害？天然灾害的部分是针对农作物的部分而已。如果是农田被冲湿呢，是不是要向谁？因为我也曾经待过农业处啊，这个部分因为它不算农田呐、啊，它是不算农田呢，它不算农，它是第八河川对啊，它是河川地嘛，它是河川地啊，对，它不是农田，它那边那个水集可是那边还是经济作物型水稻呢，对，所以它针对这个部分那边可以有天然灾，它是针农作物，它可以去救济，但是设施的话就没有。对，可以救济嘛，对不对？可以申请补助嘛。对，就是农作物的部分可以。天灾的部分嘛。哎，是。是不是？是。有没有补救的方法？啊，就是农作物的部分有啊，农作物的部分有。这样了哈，我在本席有一个建议的。是。现在马上会后马上行往各乡镇去清查所辖区内的灌溉饮水道口。有多少，好不好？从池上到关山、鹿野、卑南乡、台东市。黄议员想讲的是卑南溪的部分吗？卑南溪的部分啊，卑南溪的部分啊。现在我问你有多少个灌溉饮水口，你没有答案嘛，对不对？不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你不能掌握嘛。不是，我跟黄议员讲的是，因为它是在河川地范围里面哈，没有错啊。原则上，第八河川，他就不同意你去做。在做灌溉设施啊，因为它就是在两个堤防里面嘛，他们就等于说水利局也不关心，我们政府也不关心，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吗？不是这个部分，如果是在讲那个，你就要求地方山体太多的话，他可能就不同意我们那个乡亲去在河川地里面去种植啊。我现在建议就是说，你最起码要清查。好，我们来清查。啊、清查。比方说，池上乡有六个那个灌溉饮水口，池上不是关山有六个，池上有六个就十二个嘛，这样合计起来看有多少个灌溉饮水口，编号列设来管理，好不好？是，我刚提过了，就是因为在河川地的范围，你在地方上他就不同意你去做灌溉设施嘛。
啊，没有错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可是你要关心啊，你没有列册的话，你怎么关心呢？你没有对象嘛，你最起码要列册，帮发生意外的时候，他有通报，我马上去处理嘛。你最起码知道说，哎，那个第几编号第几灌溉雨水道口，我们去处理。不是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地办合专，他们管理的合专，我们比较难以去管理，我们比较难以去管理的。可是最起码关心嘛，对不对？最起码列册不行吗？可以。对啊，列册嘛，最起码我们去关心他，万一他发生了农田被冲湿了，或是灌溉饮水口被堵住了，他要申请怪手去施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去掌握嘛，我们就报备就好了，不要核准。核准才会施工，因为他这个是常态性的工作嘛，他也没有大肆开发、开挖河床地啊，对不对？这个部分我们在处理方式，他也没有影响到河床那个、啊。我们先调查看多少个有取水口啊，然后我们再跟那个办合局来沟通那个沟通的研究嘛，对不对？是啊、哦、好，我们遵照方言的建议来做，不然的话没有经费跟挖通基金来申请嘛。编列预算，输进的编列预算，可以不可以？我刚说明过了，就是说，因为它是在河川地的话，没有错了，你要去做设施，八合局可能不同意的，对，是不同意。可是我们最起码关心嘛。对啊，这个关心的部分。当它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地方政府要直接介入呢？他是不是我们的农民？是啊。但是就你要去做设施的话，就是原则上八合局不同，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去按照那个什么规定做那个设施嘛，我们简易的嘛，简易的排水设施不行吗？可以啊，不影响河道的流畅嘛，是不是？我又不是叫你说一定要做那个阿木头诶，最高啊，阿木西啊。土堆嘛，最起码我们去关心，是不是？安尼阁袂使啊？我拄则讲个啊，这部分是地方合唱是因咧管理的部分吼。我知啊啦。这唔是管、哦，这唔是管你管哪里？嘿，你没有办法管理，没有办法去关心他们，你就不然就是建议合法局嘛，去处理这个事情嘛，也使啊。好，对吧？好 ，OK。哦，你地方政府无几人啊出力嘛？你就建议合法化合局，应该你爱出力，建立管理土地吧。好，哦，安尼好不？好，是好。好，请坐。接下来请教我们的警察局长。也你好。谢谢我们局长哈，给我们治安的维护哈，还有人民的身体安全哈，真的是感谢局长啊。前几天我接到基层的民警的心声了。他跟我讲说，他们那个超勤加急啊，都从三月份到现在，好像每个月都减少了五六千块呢，是不是有这个事情啊？减少有那么多吗？哦，跟你也说明一下，超勤加急哦。我们一级加急的同仁啊，就是外勤同仁啊，目前我们一年是每一个月编12000块。那我们在选举期间呢、啊，我们是有酌挖，我们每三个月、啊、检讨一次。那我们尽量在台东市区啊，勤务比较繁重哦，所以说我们有稍微在检讨之后啊，都尽量满足给我们勤务繁重的单位啊，在台东问题部分。那至于说，警力目前缺182个，这个当中啊，我们勤务工作没有减少，但是这部分呢、啊，感谢议员对我们同仁外勤加急的一个部分啊。我们会尽力来随时来检讨啦。那当然我们差额太多了，太离谱了，一下减6000-7000块呢。没有，他跟我讲了，没有错啊。如果说有个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哦、我来了解一下。你讲差我爸1000块也塞啊，你讲差过6000呢？我们来点个案了解一下。三月份到现在呢？是我们台东市基层员警真的很辛苦呢，阿六还点点也薪水。谢谢易座对我们的对吧同仁哦，你一定要盖解告牌，好不好？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局长的说明哈，谢谢。接下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再请教计划处长。哎，玉元好。人哈、哦、没有十全十美的，一个团队也是一样，你要完全说做十全十美，
虽然现在我们是五星级的团队，可是缺失还是蛮多的哈。有缺失我们就要检讨，这一次的工作报告你有没有彻底的去校正，有没有？针对没有针对每个局处去校正，没有，我自己没有。上一次第二记得我第二次会起的时候我也提过这个问题啊，你到现在也是还没有那个确实去执行哦。请播放，我本来不要讲这个问题的，长痛不如短痛啊！你看，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了、啊。台东分局的，请民众踊跃讨债啊！哎，没关系啊、哦，这个是人家卖给我的啊，再来，啊，这个是火灾的问题了啊、哦，不小心嘛，这个资本派那个资本地区的，再过来，你看。台东县变成伊东县呢，伊东县呢，啊、哦，伊哦，不是台哦，啊、哦，过来，官员，你时间到了哈，再一分钟就好了，一分钟，对啊，十分钟了，好了，啊，就赶快讲一下啊，接头，接头，放大一点，录屏专案，县长的跟建设处的都不一样，长度跟金额都不一样。长度跟金额，县长的施政报告的书面报告跟建设处的书面报告都不一样，长度、金额都不一样。再来，这是第一次定期会了，第二次定期会也是一样，那个是污水下水道，污水下水道的长度跟金额，县长的报告跟建设处的报告也不一样啊。你也不要占用太多时间了。教室那个一样的，一个八间，一个九间。好，谢谢，谢谢欢迎啊，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陈宏忠哈，陈副议长，好戏在后头啊。现在看你执行时间，四十分钟。好，谢谢大会主席，县长、副县长、秘书长及各位局处首长，大家早。啊，要讲午安了、啊，好、哦，啊，打给大家这八天总执行，我知道各位也非常辛苦了，哦，啊，听到我们议会三十位议员，包括政务议长所讲的，对县府也有鼓励的，也有责成的，哦，啊。你家嘛是爱修仙来恭喜咱管定哦，五星级的县长还是维持的五星级哦，这是我们台东县的荣耀。我们很多议员哦，其实心里都真的很善良啊。对各位局处首长，轻轻来讲，其中甲啦，我咧林三天林议员讲较大声尔，莫甲见怪，本来就是这个个性啊，哦，啊。我今仔日哦，要来请教着咱馆长。非常好。新政府一上任到现在才十天，但是出现真济问题啦。啊，我即摆所关心的吼，关心的讲，为什么我会个？这是啥物灯？你知道？馆长，你看有无？哦，阿拉丁神灯。以前哦。国民党在台东占多数嘛，所以咱爱物件都免这个神灯啦。啊，即马吼，即马咱可能爱求这个神灯，咱才讨袂着物件。所以我伫遮要来甲馆长开讲，就是讲利用这总执行啦、啊。这叫一份吼、哦，一份5月20号，在厦门他我们的凤梨销到大陆，他第一招已经出来了。那个找一颗凤梨就是农药残存，现在我们的凤梨都不能销到大陆。那即摆我烦恼的是，咱农民台东尤其农药地区，种介侪王来石茄，卖嘛是搁凊彩找一粒王来石茄，嘛是搁找一个问题讲即有农药残留。反正你想咱的影响会介大无？
如果只是农药残留，啊，咱都人家安尼要求，咱都爱咱的农民啊，或咱这个农政单位啊，或都爱尽量去做个护航伊的要求，啊，当然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更多的努力，但是我相信这嘛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啦，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所以，馆长，你有感觉？大陆即马嘛无九二共识，无迄个认同，唔啦，干那这水果咧，阿扁，咱所爱，我直接要甲大家报告就讲，咱台东甲花莲这段路遐尼远。啊，咱甲咱要求爱一条花东快速道路，啊，经过咱的环境影响评估，就讲不符经济效益，就毁了。所以，安尼伫台东甲花莲，咱的情况啊是真困难。所以，因为咱的人口少，所以中央概无重视。甲咱顶过一摆，为着迄啰绿岛迄尾鱼啊，上班在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讲说，把我们台东的海岸列为管制区，是不是有这件代志？馆长你知影？伊是讲，应该我了解，伊是讲把绿岛迄个规个迄个沿海拢总甲做禁渔啦，好保护起来啦。啊，咧渔民要安怎？渔民的部分无影响，渔民的部分都是伫200公里以外，迄本来就是渔民的。伊即嘛是讲200公里以内，甲岛之间即个海域，所以迄就是咱的迄个海底的珊瑚啦，即保育的鱼类啦，即资源。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台东的代志，常常受到北部无来到台东，对台东介无了解，一下就禁这，一下禁那。咱台东人的生活受到无了解咱的人，甲咱影响，甲咱控制。就敢若我即马要讲的，就是讲，我咱的台九线，换新政府了，是毋是阿伯会如此会施工哦？反正你讲的，还是会拖，还是尾仔就讲遥遥无期，有这个经验无？即马要看袂出来，对啊，是啊，要商量嘛，哎呀。现在齁，咱台东爱考虑的代志非常多。你看看富冈渔港这七年呢，是咱永图哥哥这两年，是啊，这陆体哥哥太平兴，这到时这有法度如期的去行，这是我新政府，这是来讲齁，这三个案是应该拢是已经确定的，甚至一个公文收到的，啊，甚至一个陆体公告是迄个已经在进行啊，前置作业，咱即摆伫用地取得啊，右岸的迄个堤防嘛，水利局迄边嘛伫发包伫进行的，这是进行中的啊，应该是这两个法度。我对我即摆要讲的，就是讲，这是经政府所的案呢。是咱政府的，政府的手下的。啊，即摆换政府了，是毋是同款会使实现？还是雄雄收着？就敢若高速公路暗时啊，即摆收费啊，就即个情形出来。啊，对咱台东是毋是足济？安尼看起来，伊外来大陆这边，啊是咱新政府这边上重要的。就是咱的陆客嘛，影响较大，所以顶个恁的讲你处长讲的，迄啰陆团减少，自由行的增加，无可能，这是无可能。以我所在嘛，大陆迄边只要九二共识无讲清楚，一定是拢总倒。咱台东即马观光城市愈来愈行愈发展。台东市你也看加遐侪饭店，所以咱即摆外来一寡少年一直去入来台东，一直找着伊的就业机会，
即摆八日入客到七月、六月，即个月到后个月，因来了要做一个，我评估一摆，万一咧，反正咱刚刚讲对一条路头行。这个考验是会非常严峻的哈，副议长，我因为咱当然爱面对这样的状况，当然爱努力去让我们的旅游的市场更多角化去经营，更多元化啊、哦、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伫进前已经讲过，台东要走国际化，也希望国际观光客这块的比重可以逐年的来增加啊、哦、啊，像咱今嘛尽量希望讲国内的。啊，企业旅游的员工旅游，拢尽量来去对台东来各种的会议啦，哈、哦，要尽量来让我们的旅游的这个如何减少的这个缺口，我们用其他的方式努力把它补起来。但是这块的物件哦，都不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马上可以看到成效的。哦，这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耕耘，所以我刚才也说，针对这一块，我们没有特效药，但是我们有自己既定的方向和努力去做。所以我现在会担心的就是说，入客减少，啊，拜，算了，别管安怎咱不知，因为这是在地方。啊，现在换新政府，咱台东选举泛滥的那客气较济啊，是不是？会对于咱所需要的这些问题，渐渐一项一项甲放掉，因为交通部长有讲啊，北部这条线，伊就说哦，到南澳阿苏澳这个或者到一百座，是不是呢？伊就会使向人宣布这一百座，是不是阿伯4年400亿，普通基金，赶快嘛是甲你讲。啊，这成效无改无大改啊，咱就甲停了，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即摆县长，即摆台东啊，靠咱县政府。我所提出来这个问题，咱爱做思考。嘛，我讲的顾客无爱入来，农产品嘛搁卖，种种拢搁卖的时阵，艰苦是百姓。不是咱这的民意代表，不是咱官员，所有是艰苦着咱的农民，基层的农民。所以我拜托县长讲，你敢有较好的想法，会使突破这个问题。对啦，这个问题拢是伫中央造成吼，啊，你要伫咱的地方的县政府的这个层级要来。要来解决，这拢遐大、遐重要的问题。讲实在的，咱要哪有这款能力？中央若不爱补助，咱就是不爱，就是无钱哪用啊？啊，这就是推袂起。这就是因为进前咱是执政党啊，即摆咱是反对党啊，反对党靠边了，甲因即摆执政党去做沟通啊。会，这个当然这个部分啊，昨天跟新的东部办公室的这个。执行长，我们也针对这些议题都有交换，表达我们地方对这样的忧心嘛，吼、哦，我嘛有特别讲机会嘛，足侪议员担心这个问题，哦，啊，其实我在这里已经讲了很多次，选举的时候可能有政党的这个竞争，选完之后国家只有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哦，因为大家都爱对着地方好的共同来打拼嘛，对吧？因为我们台东县，这也不是航空在做，这都是对得起东方好，这是对地方好的嘛，对吧？台东吼、哦，目前因为咱台东拢需要中央的补助啦，所以吼、哦，中央无补助，咱台东大家都两手摊开啦。所以我要讲的嘛，是讲拜托管长讲，不管咱是执政党也好，反对党也好，台东官。县长一定爱加，即马咱目前的咱的中央政府，爱阁继续看要安怎行出讲较密切的。所以咱的所有的要求，进前所要求的经费，咱才袂讲随时都落空去啊。安尼，是，我意思是安尼啊。是，这部分我一定会注意。好，你要看较侪议员开会定，你讲台26线，你要看。30个议员，上少15个，你讲台26线，你想，我都同感无？
照即马安尼看是，屏东的立场还阁真坚持的款。真正无得突破，即马换因执政啊。是啊，换因执政，咱来去遐拜托，咱无得突破。啊，咱执政的时阵都去互创掉啊！啊，即马换因执政，伊敢袂？白隔壁关啦，你看华联关好。华联关，我之前带几个议员去华联找华联关长，因为咱时阵啊，去遐拢停四点钟。迄个时阵，咱市长同市议员来找我讲，咱的时阵，干来去遐加油加水，四点钟无够，有当时啊，半暝船我出甲，我带几个议员去遐拜访，人华联关长一下就讲好，无问题，这个问我收倒来。哦，恁台东的时阵啊，无来这只，会使加油加水，顺便阁会使卖遐机会。恁看北边台东一边南一边北，人北边的官长对咱台东就较好，是不是安尼？无啦，这是嘛，因为为了你的甲伊的关系，你的努力吼，这拢有帮忙。不过这两个问题的这关系到的层面，真的还差蛮多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行，咱知影台东吼，目前是困境上大的关啦。你像哦，咱要去台北，咱爱一条快速道路，但讲这个没有效益啊。其实他，个一人唔知影，咱台东若要去台北，干那开车爱开偌久的时间？伫台北，人问讲，嘛要去恁台东爱偌久开车？咱讲才六七点钟，拢唔敢讲伤久，哦，遐远我歹去啊。这就是咱的交通不便利的所在。今仔为着一条交通，为着一条路，人中央要给咱就给咱，无咱，咱嘛是懦弱。所以有当时啊，在愤慨就是讲，咱台东是不是之前我咧讲的讲，规矩咱独立起来好啊啦？因为咱真济困难，中央无法度给咱体会。我一直认为，中央真正无法度甲咱体会，造成咱台东，咱台东嘛囥伫你安看，我定你开个政府党联谊会就好啊。你嘛是西部县，大家政府局长拢到位，你嘛是台东来无几个，为什么？交通无方便嘛，是不是安尼？啊，过来，反正我请教你，即马交通部长讲的啦，坐朋友嘛。爱实名制，你认为这点行得通吗？这个要看他们实际的做法是怎么样哈。比如以今嘛来讲啊，呢了解哈，是讲以第一届的端午这个长假的时阵，内底敢那要经一帮还是两帮来实施这个物件啊？啊那安尼就意义都无多啊，行不通啦，因为迄一两帮。你一两帮嘛无够用啦，啊，第二吼，行不通啦，啊，我讲行不通啦，所以说利用身份证不一，那也行得通。那即摆囡仔有诶出事，有诶会去大家病院去生囡仔咧。啊，即摆就是就地伫对出事诶，身份证的位遐要开头咧，那会准？怎么行得通？啊，副院长，咱台东人吼，台东诶人。身份证 V 开头的，占81%啊，有19%吼是。啊，迄19咧，哎呀，那19要那个是。是啊，所以迄因都爱有配套吼，是不是？那户口伫台东就会使。啊，这是技术面的在克服，但是我看到的是更大的，就是讲你这个实名制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你就提供足够的座位给台东的乡亲？啊，如果一帮。一个廉价一帮两帮，啊这样呢，所以不卡输咱的返乡专车。所以咱伫台东你也看，到中国迄边问题处理无好势，咱农产品咱就阁烦恼伫台头前。咱的陆客对咱的影响，台东关的即马观光大县影响，咱就爱阁烦恼伫头前。第二项，换政府。我十几天而已，遇到那麼多问题，我就又开始烦恼。这之前所答应的，是不是会照必照行？还是换政府，这都给它恢复掉？我台东有什么都不用做啊？所以，馆长，我今天利用总执行，我就是讲，
我希望拢咱台东或政府县长你带头，咱无论安怎，爱甲中央政府要安怎，这个管道要安怎行较好势，都爱拜托县长啊。是，有把握啦。我们努力啦，啊，也希望今天会长你家的接顺，咱算出来立法委员拢有伫听，拢有伫看吼，因为本来就是有这立委伫监督中央政府嘛，啊，中央政府。你打钢铁啊！你亏，你万一你亏亏，针对台东这样的需求议题，我想应该希望他们也都因为我是到目前为止还蛮听过咱的立法委员去烦恼就这啦。但是你烦恼这，你烦恼这拢足健康的，你烦恼这拢是足严对待咱来讲拢足严重的代志。你一个往来去徛，咱一年差要几十亿呢？啊，迄边安那去扛，边安那去补，迄就大家真正抓咧。往来去徛几十亿，几啊十亿。哎，我来讲。嘛，陆客，人讲陆客干来起来饭店，唔对啦。咱所种的米啦、蔬菜啥物货，你啊看偌济陆客来台东，经过爱食爱吞带偌济物件。哦，各行各业，哎。所以这些咱来袂烦恼。昨我一个甲我讲讲，最近哦，伊本来拢伫迄个煮迄个鲈鱼嘅，伊讲嘛拢无生意去啊，因为较早拢让陆客去食。啊，即嘛马龙哥，这所以其实各行各业影响会很大。咱呢营业额哦，即几年在讲，甲前五六年比起来，一年加280亿个诶生意吼。这一真重要的一部分嘛是伫陆客这块啊，陆客这若减去，我相信这就会很大的这个影响。其实影响非常大，真正非常大。唔好讲，家己账面上看讲无啥影响，愈来影响会愈大。咱这个农民要安怎，要甲因安怎甲原地即马目前的生计有法度维持无？啊是到时所有的政策，即马咱切啊比较好，计少，啊是往来设计到时一档一档搁计掉，这后续的代志足严重。尤其我即摆所烦恼就是讲，阮鹿港地区即往来涉及即摆太济咧，即往来嘛足济，即往来已经无得消一半啊，无有你进口。即摆我烦恼就是讲，过来嘛往来涉及嘛无有你进口要安怎？所以这点吼，咱台东县政府，咱一定爱先来去沟通，因为咱进前甲。咱的外销这边到大陆这边，咱拢有滴交流，你啥？看会使成功好势无？就是讲，你要动，把行我不管，台东的卖动啊咧。对啊，咱台东介嘛未歹啊，台东就要卖动啊。你想无？咱的一寡农民，咱的生计，咱还阁会使维持啊？有法度安尼无？这个也值得努力看看呐、啊。这个是哎啦啊，因为吼，咱马前加工，咱嘛完全的把握。我伫想是安啦，嘛是爱靠咱家己努力啦。你即马靠相拢无效啦，咱家己的农民，咱爱家己靠啦，想办法家己去靠，是不是安尼？所以我今仔用这阿拉丁神的这样，咱求看有无，啊变看会出来。啊，不一定，你到底有一支神灯无？啊，有你就爱提出来。即马就是这支神灯，就是。就是要甲你照啊，看你有啊无啊。哦，我若有，咱两个就唔免直接讲遐久啊。啊，就是即马袂成为咱来先欢乐起来啊。无讲到时再转去，农民开始伫找咱民意代表来找咱县政府的时阵，来找县长的时阵，到时点水摊。不是，队长，这个是当然，这个。这不是开玩笑，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哈，我想你今天讲的上就有两点，我们都会来努力。第一个就是希望跟中央的沟通，哈，跟中央的这个管道要好，确保已经进行中的、已经承诺答应要做的这些重大的交通建设啊，或者是其他的基础建设的，不要有什么改变。第二个，努力去跟对岸也来。争取说，我们的农产针对台东的农产，大宗的凤梨世家，对，基本分，那他能不能确保不会受到影响？卖给咱懂的不？所以，我都跟你讲，如果是跟他要钱，那么我们努力来克服那个问题。
啊，如果要减，只是后面真的要挡的一个借口啊，还有真正，还有是可能比较困难的诶部分。啊，我们这两点，我想你提醒这两点，我们都会来努力了。好，谢谢县长，你请坐。谢谢，感谢你啊。那个地震处管理处，还有环保局、建设处、农业处，我想请教你们四位局处首长，五位，到目前从一月份到五月份，对百姓开罚，从你们手上开罚的多少钱呢？然后呢，几月六万至三十万这样，建设处的你先讲。阮的部分大概五十万左右。五十万哦，刚刚那年。系安尼年。五十万，管理处呢？我为今年一月到今麦，阮是开发八件成数，一件已经开发，那件应该也是六万。只有一件而已，一月到五月份。对对对，目前。环保局。其他都还在陈述中。我现在目前知道的是那个纸浆厂，它排那个白土白水的。牛奶水的，14万。14万是。农业处呢？我自首，430万。地震处。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到目前是三件。多少钱？大概是18万，一件6万。好，你们五位请坐。安定啊，实在农民生活。无解好，百姓生活无解好。我常常拢会认为讲，是毋是监察院还是审计室是否检讨，咱的基础就先开单，先发的，做家己保护家己的保护伞，敢会安尼？啊，是讲阿摆，咱先来沟通，先来劝导。劝导到完全无多，咱再来开罚，再罚也是罚到我们的百姓。对，在法令有这样的空间的范围里面，我现在回答副议长的同时，也在重新再交代一下我们的局处长，在法令有这样的空间里面，我们都应该尽量去朝先劝导，啊、哦，那这个经过劝导之后，那还再犯的，哦，我们再来罚。然后也看情节，不见得一定要罚到最重。好、哦，这个我想可以跟副议长做这样的答复。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同仁其实已经都是这样在做了、哦、因为这个从上一届那年副管定的时阵做秘书定的时阵，都是拢安尼交代。不过哈，咱、哦、最近咱马爱认识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最近被因为这些案件哈、哦，被调去监察院要问的啦，哇，要去查的啦，也特别的严重。所以，咱某咱公务员、公务单位爱执行法令、這個，这部分的。什么会叫公仆？就是讲，甲百姓到解决，尽量卖开罚。你顶管甲阮纠正，我想办法甲顶管说服，想办法甲百姓讲，你即马这安怎改安怎改，先甲辅导是较重要。我的认为啦，我家己感觉啦，就敢若拄啊，咱议员咧问建设处，讲这个承办人员够有问题，有这个承办人员要退休啊，这表示就是有问题嘛，是不是安尼？所以把这个问题，那个提出来台面上，就是讲阿伯，你敢袂使要求你的基础先对电管解释我台东的困境，我农民的困境，啊，再讲为下骹百姓。来个开导，你这一定未使，你安怎做安怎，我甲你教好势，安怎做才好啊？是不是会使呢？我想我们会尽量朝这样的原则去做啦，因为开罚其实是有时候很懒惰啊，他直接就是开罚，没有开罚其实是很不得已的事情啦，但是也副长也不能排除有一些人啊、哦，他是刻意的哦。你请问的刷波的一块呢？他自己来申请，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有这样的范围。
可是他就要去挖挖这么大片，人家空拍一拍到，证据清清楚楚。那像那种情况，你想要再去劝导什么什么讲，对，黑龙警将已经拢全完了啦。啊，咱哪无去处理？农民的心态啊，他本来他就想说，他多种一点，他可以多收入了、啊。但是这种心态，啊，他如果多到太大的范围，当然叫我讲我嘛，找管长讲我嘛拍摄啊，是不是安尼？啊，你像有的农民，有的伫个山坡地，山坡地有种姜啥物货，迄无水源。无水源，伊就爱某一个窟仔来集水区，久久啊，伊就会使喷一个灌溉啊。伊无，伊都无水源啊。像我这顶块嘛，要甲起地，这有当时啊，我甲看看，我就感觉，迄嘛是我起地袂落，因为这都山坡地，这也毋是讲灌溉区内底，拢总有水路有啥物货，是毋是呢？啊，农民当然，农民的想法是讲，我会使做偌济，我加做，我加赚，生活会使改变嘛。但是，副局长，我一定要讲哦，少数人如果为了个人想要多赚一点钱，然后去破坏整体的环境，破坏整个台东永续的这个环境的经营，这样的我们其实是不希望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你讲的我也同意啊，不要破坏环境。哎，但是那个以前就是田园啊，本来就耕作机啊，对，所以每一个个案也许状况不太一样。咱今嘛讲五位的共文，我嘛请教。所以今仔个这位共文，阿伯，我就希望在座遇到这個问题，先看先了解，卖一去就想要开单，安尼好唔好？好，好，安尼，馆长你请坐一点，感谢你。我们吉他局局长，局长好。咱台东的四个分局。有什么气氛吗？我们目前是台东分局是一等分局，哎，然后关山是二等分局，在大武跟成功是列为三等分局。好，编制都一样吗？编制像一等分局跟二等分局还是跟都有不一样？不一样哦。是，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关山侦查队。这个第四小队，因为关山的这个窃案太多了，刑案多了，哦，现在关山这条，哦，那个关山分局长吹一下，关山治安这样是上歹啊，因为全国新闻都爆出来了，其实有没有事实，到现在我都还不晓得、啊，但是我认为这个林姓这个人，这个代表还不错啊，他没有讲像你们讲的这么恶劣啊，但是你们就把他归类头号敌人，那也无所谓，报纸都登了也无所谓了。但是就知道说，我们都上全国版了，最起码你也要增加一个小队吧。第二级分级跟三级分级的小队都一样，这样我们的关山就二级分级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有关关山分级第四小队啊，目前我们已经在前几个礼拜已经。核定啊，暂时已配置第四小队，那因为警力不太够啊，所以说我们暂时由大队长那边呢、啊，整个综合一下，有派一个。我是希望哦，是在你升官前呢、啊，快点搞定了、啊。我也跟你讲啊，官上也是很多人才啊，像廖建前这个是人才、啊，他这个阿转他在官上侦察队已经这么多年了、啊，就在地。给他升小队长又有何妨呢？为什么要从台东再找一个小队长来？万一这个小队长是你们台东不要的呢？到时候我们又要吵架了。因为这个跟会长报告一下，是刑事的积分啊，他们还是有积分啊。啊，每个分局啊，侦查组啊，要升小队长，都按照积分啊，就比较全国性一致性的啦。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你讲积分我就不服气了。我记得关上有一个。二组的组长温组长，他本来积分是最高的，结果有空降嘛，你们警察就会空降嘛，从台北哪里调回来，这个积分最前面的就被排挤在后面了，有没有这种情形？目前还没有说所谓空降啊，我们还是由积分优先。有定啊，你叫他叫做什么空降啊？目前没有空降，除了专业人员。我跟你讲，如果这样在台东服务的、啊。他的积分是第一名啊，只要空降一个进来啊，他就排到第二了。
不是无啦，马讲无哦，我两边都提数据给你看。像这次我们的建设，我是不要逼你像科比讲的，那就切腹自杀。没有严重啦，我想。所以哦，你家我们拜托酒店第四小队，在你们闲官进前，应该处理好些，会使离关山分局。较优秀诶，都互伊升，唔免阁去安尼空降，为台东空降去关山。万一即个嘛无好诶时，我赶快我会找你啊，好唔好？啊，阁一项，我经常在讲那个五零条上面那个红绿灯那个问题呢，什么时候会装？哦，跟会长报告是说，目前我们经过档案汇报，那也协调关山公务站，那预定今年哈。今年他们会发包，那在发包十里桥做好之后，一并嘛把三十号之灯啊，并案来实施。说起会好，我已经讲很久了，这个红绿灯已经机场在那边都车祸、我想这个发包日期我还没有确定啊，要确定之后马上跟会长报告。今年会完成吗？还是明年？今年一定要发包，是。今年就会完成，就完成。那个就是345公里，35公里那个路段，34.5K 那个地方啊。对啊，哎对，那就是一条要去马背，对，一条是五林，啊五林桥上来，升到那里转弯那里，那里机场发生之后，是不是？啊那规矩啊，九月以前啊发包了好不好？3个月有利啊。这发包不是我，因为是关山公路段的。对。那我想我们这部分啊，那你们可以催他3个月，那个做不起来，一个工就不完了。今年把它完成了，我想跟啊，当然最提早最好。哦，是。那个李三天机长讲一句话了，被选中我就听。是，你请坐。谢谢副局长对警察的关心。好，谢谢。机长你请坐。那农委处，农舍问题你再讲一遍看看。各级机关拢会讲这条。报告议员，都在关心。报告副局长。除了前面所讲的那个审查的方式以外哈，我大概这几天也针对刚才你讲财华的问题哈，跟也报告，这我还没跟财华的刚才都现场还没跟现场报告，你不要再拉到财华。不是，我会农舍申请的案件可以缩短的缩时到多久？28天。28天。啊，另外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这是最新的哈，我们针对去年九月四号。之前的违规啊，包括一般农舍的违规，还有农地的使用违规哈，这个牵扯到地震处那个我就不管他了啊，不是农舍的申请啊，这个我跟28天就对了，这个有相关哦。好了，我因为这个我准备哈、用自治条例，好了，是不是把这个部分往前的哈？时间有限的、好，反正啊，我要再请教你一个问题者。你知道现在八合几没得输进了啊？我不知道这个不能输进了呢，整个河床一直关起来不能输进了。我不懂啊，怎么会这样？我们环保局赶快输进都来不及，环保局一直在开火、他们输进恶起来刷胶墩在那里、不要墩这八合几一滴花苞嘛，就一点爱输进嘛，而且输进这山脚凹起来，堆纸料，马上就是去甲开花。啊，迄树上爱再造啊，爱处理的部分啊，无要紧啊。我补充一下，来你讲，这主要是唔是讲八合几即马无要输进啦，是因为输进了哈，输进了爱马上背，爱马上背。啊，即马伫纵管线。砂石那个销路比较工程比较大，没有建设嘛，所以现在八合几叫人爱输进，人就去标嘞，砂石唔知要蹲多，佫唔敢蹲伤多，小蹲者两边爱开发，是不是安尼？报告会长，那个是超过3000方的话，对啊，他最大的所以他一八合几一输进就都是超过3000方啊。所以这个问题来，你两个处长听者，这馆长我想要拜托你哦，找看有啥物所在会使堆置砂石的，和八合子去堆置遐，人嘛要爱刷胶啊，人就位遐个直接就位遐个买出去，找看有迄个所在，无真正无种输进啊，咱河床一直办起来，几啊拜拢流标，因为即个砂石业唔敢去标啊，标了因都发了比卖。太济啊！
这点反正我再拜托你。哦，原来啊，这个可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不过我们来努力看看啦。就是不是很简单，我才拜访县长啊，很简单是处长就好了。你也关心那个地区的那个风沙的问题哦，伊啊堆底下吼，马上就是通下来，就有个是洪水出来问题，这个也不会，你也不会希望看到这样。那如果要迁到比较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又有这样的空地，因为我现在是担心哦，越陷越大。有一天哦，那个河床嘛崩掉，我知道，连我厝拢漏了去啊。所以唔再烦恼这個，你拜托管长讲。这书记呢，吼，靠跟八合举靠他沟通。八合举自己要有很多八合举的问题，自己要努力去克服啊。我们也来尽在我们能力的部分，我们来协助看看。八合举他现在已经放着，哦，没有人标，没有人标，他给他流标了，你都会流标。对，但是干过是万啦，万有几间这水嘛放出来变咯。啊，那是也正经，哎，伊袂使放好啊。啊，就是啊。上来上去，那好不容易只有一条中安管的河川，他连那条都这样摆着。所以今天呢、哦，我会把话讲出来，就拜托县长说找一下八合举，是看看哦，你们现在输进输的怎么样？他说没有人标案，为什么没有人标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好不，反正拜托姐是好，谢谢县长。那个我请问一下建设处长。我们政府地区有没有那个营建废弃物的堆置场？本来关山镇公所有一场，现在呢？现在他们把它废掉了，废掉了。是。那、现在那个营建废弃物要到哪里？营建可以随便到吗？不行，不行。那、要怎么办？总是会盖房子啊，这个废弃物呢？这个部分，我在聊是不是请公所再把那个原来的营建摄影图使用。对啊，现在有的人都在怀疑说，对，废弃物没有地方倒啊，好不好？这个是分营建废弃物跟营建摄影图使用这个两个，营建废弃物的部分是环保局。好了，那请这个我们再拜托你。是。吴老处长，吴老处，我上次找你那个井那个断层带那个怎么处理？你袂使断层带，厝嘛袂使去维修嘛，袂使去砌，袂使当。即摆厝嘛倒位，啥物负责？啊，处长，它不在我们文化景观的范围内，断层带。是哦，是。不然你就帮我关心一下啊。还有建设处长，你给我讲讲。还是我叫我写下时间去。那个容积率啊，你看路远的容积率。180%，池上200%，关山180%，又降到150%，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他弟兄，伊嘛50平的土地，伊会使去3楼半，六亚3楼，到关山剩2楼半，这是不是爱国监督？对，这个内副议长有建议过，阮会即个伫关山的通往前头来监督哈。啊，伊当初的算法就是讲，伊的预估人口数去算啦，嘿。关山的，这我看通盘检讨时，你这爱怪注意，怪注意，好是。好，谢谢主席，谢谢。好，我们讲谢谢我们陈会长啊，我们掌声会议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啊，散会。